秘书长来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人权议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到第三十六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27日下午20，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黄定德议员等34人，列席人员县政府县长林崇显、副县长吴泽成、秘书长赖习禄等处级长23人，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林副议长齐山、记录李双龙。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依主席报告签到议案答法定人数。二、秘书长宣读第35次会议议事录，执行事项，县长施政总执行及答复，执行议员黄世超议员、邱家基议员、薛成议员、张建龙议员、林希敏议员。答复人员林县长冲前送代理局长龙前，文处长超顺、陈局长登前，林处长国民。散会下午4:42以上。好，请问大会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好好，没有意见那纯查哈，加两遍。继续向大会报告县政府来函，一旦县政府函，受问者依然县议会。中华民国105年5月19日，府建管制第10500081923号函，主旨本府建设处长林处长国民以105年5月30日至105年6月24日，因参加建任公务人员晋升检任官等训练，未课列席贵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大会，请假期间由本府建设处李副处长新立代理，请查照。好，混联同意了哈。好，谢谢。那我们继续进行议程了，请县长、副县长、秘书长及所有一级主管继续来列席。好，现在我们请联合执行报告张前议长的3位议员继续来进行。好，请。馆长、副馆长、秘书长、各局处长、各位同仁，这个民权新路哈，义中的后壁门。干部科，即摆主持咱二中的职所的人量多有啊？迄、那个敢是干部科做的？是毋是？干部处事啊？恁做的？啥？你做的？好，我来讲，你做即摆现主持的电力公司的箱啊桶哈？迄、那個、路边拢有电力公司的箱啊？啊，箱啊是，伊只可能最高顶。遐百姓甲里面甲里长建议讲，是毋使放一两多？啊，身为来讲，迄、那个二中是学校底应该箱啊提起顶悬一两多，迄应该伊也答应人啦。啊，什么讲未答应？恁应该去协调啊。别人的土地都对方过啊。啊，你卡如果卡电箱那个放迄个高顶的顶悬。路都斜，停车挡歹啊！啊，放个车，一个下，一定要有这度量嘛。咱管府来说讲，哎，车椅你去，你去做，会当做，你去当做，你会当落去，啊，互恁放啦。这个箱啊，高的箱啊，然后拜托你啊，吼嘿，吼。啊，第二样就是讲，馆长哈，咱现主席是阿像，咱身为一官之长哈。咱本关的这毒品的问题啊，我想讲馆长，是毋使你会使用少时间来解决这条代志？啊，来讲即摆主席啊，毒品入去下已经真严重去啊！啊，毒品咱经过咱关的建设局一年差500个人吼，啊，等于一级毒品200件，一般毒品只安尼。啊，关注咱严关，卖讲你看，你新闻看起来。因为严管即款来真济啊，防做出来真济，啊做出来这毒品啊，会害死一家伙足大个代志。吼、哦，但现主席大家看过，老爸若抬钱唔好，老爸即款拢有钱，要退休金嘛，退休金拢坐了去足侪钱啊。
啊，伊南无法度甲杀，迄、那个悲哀就是，啊，若一桥有一个人食到毒，因家桥许足可怜啦。啊，我想毒品有真济，咱现主是有足济人伫掠啦吼，包括调查局，伊若一日一颗全部伫掠，啊，关的警察局伫掠。吼、哦，我是不是在这关的警察局啊？对这毒品啊，应该关掉你本身那类毒毒。啊，你讲关的警察局的毒品的毒毒啊，这绝对未知啦。哪讲五分局的刑警队拢会知？搁而且同款，大家都来同款啊。严管拢总搁差一级，但恁这一级是偌久，我唔知。你还先我查二十几个，那么你还大虾都啊了好菜哦，一里都二十几个啊。恁说的代表朋友都二十几个，一里都有啊啦，问伊就知啊。啊，你讲是讲掠几关，甲掠二十几个啊，这是啊关关掉。这一定吼、哦，我讲这较无要紧啦吼，上要紧的是毒品啦、啊。哦，家破人亡。啊！内面底煞无法哩啊！是不是讲馆长适合啊？你当即款来去研究。第二啊，枪机枪枪啊，枪是吧？我看见伊啊，第二七机啊，即摆路滴行，大家都枪。你后摆选你落去甲试看有影无啊？枪真济，咱都知影枪煞济啊，所以警察局毋知。好、啊，我馆长是不是来研究看卖？咱有一个超勤奖金呐、啊，超勤奖金是足好意，咱会使讲咱政府真好意，要让因去超勤的去领。只要警察局煞当作讲往安尼，每叫分去安尼领，超勤煞无要领。应该超勤的钱是爱让伊第一线的人。你免讲固定一个领几个钱，你有法度做24小时。你那二十四小时哦，好，我讲这个钱哦，用了政府用了无意思呀。好，我想超勤是适合哦，会使会使可以适量，无办一般行程都免去用超勤嘛。啊，真正要做，有一挂基层警员，伊真拍拼，拢去练下拳来做哩啊，够好个嘛，卖设定时间落去哩啊。我相信讲毒品，枪。这绝对会解决代志。你若判查较严格，敢来查分数，大拢有较济啦。吼、哦，当趁机，我想讲这两项啊，要为咱县官的好山好水，观光立官，这两项若较无彻底解决，绝对袂使。但我希望县长你去强，县官袂使比别官啦。县官民风足朴素，足好个一个足老实足新一个，啊！伊人口个都无像永和市咧，那水安尼咱就足细啊。所以讲，咱一定绝对袂使甲全世界比治安这个代志。我想对这点你会看，嘛稍微看这两行。台湾主席啊，陈局长啊，感谢老局长的指教。治安的这个状况，我想对。宜兰县，咱相对啊，咱的社会比较较啊，这个社区的结构啊，人口的结构啊，咱比较较平和，所以对着影响治安啊，这个比较较严重的几个因素，头拄老局长拢有点出来，毒品、枪击、组织犯罪，吼、哦、啊，包括赌博，啊，咱即马这几个项的这个数据啊，其实咱伫这几年内底拢有看到一个真清楚的比较。所以小弟伫今年初治安汇报，大概是第二月份开始，我就要求宜兰县警察局啊，请刑警队的张大队长啊，改变啊警警的这种奖惩办法，哦，因来当伫今年啊，这个毒品犯罪啊，这个查缉啊，啊，因来伫查缉的迄个组织的哦，啊，毒品的这个源头、药头。哦，啊，迄份数无同款。另外，你若讲啊，伫毒品的这个防治，每一个月这个啊，这个治安的绩效顶头啊，咱希望讲因奖励当提升。同时，我嘛要求高局长啊，啊，要适时的给予奖金吼、哦。所以，这咱啊，伫
重赏之下，吼，他都要老局长讲的，咱对现场第一线的这些同仁啊，士气，咱该提升吼。第二，他都咧提起的超前津贴，这嘛是一个重点。我记我是去年，咱伫6月15警察节，特别啦，咱伫财政这么困难啊，咱嘛又搁调吼，调较悬，啊，这伫贵会支持啊，我想啊，安那会当和这个超前的这个津贴，和第一线。尤其是外勤的这个同仁啊，予伊有搁较啊，这个好的这个资源啊，我想这个部分啊，啊，我呢要求高局长这边啊来加强啊，这种的啊，这个有效的这个分配。咱伫整体毒品危害防治啊，咱分做三部分吼。他拄啊讲，迄拢是警察吼，啊加这个政治系统所有的毒品啊，这个危害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啊，这种叫做稽查管理，但是伫咱社会面啊，啊，小弟特别要求咱的教育部门，因为即马毒品的这个危害啊，伫即几年、即两年内底啊，上少年的已经来到国小六年啊，这对咱来讲是一个警讯啦吼。所以咱伫啊卫生局甲社会处对到即种啊弱势家庭吼，弱势家庭，尤其是高风险家庭，咱有做一个啊这个基本的。会防治的这个办法，尤其是中辍生，咱知影吼，这个一寡这个家庭失去功能的这个中辍生啊，需要给伊一个更加完善的一个准备。所以咱嘛设置一个中途学员，咱即摆分别有查甫甲查某的中途学员，就是这种啊，伊对家庭失去功能啊，无法度管教啊，容易去用吸收去啊，这个引起犯罪这个状况的，诶，这种青少年，咱特别该保护啊，所以。伫教育的这种的三级毒品的防治顶头啊，那么防止毒品入侵啊，这个校园，所以要求教育处，咱定期啊，爱伫学校做一挂准备。啊，最近小弟嘛要啊，争取一个科技的设备啦吼。咱即马大家这机会，大家拢特别关心这个议题。啊，所以贵会议员都希望讲，咱无法度全面甲因做啊，这个检查，但是啊，咱希望要伫啊，容易发生有毒品的这个啊，吸食的这个几个特定的这个啊，校园内底啊，咱来设置哦，即个啊小便池啊，设置一种感应器吼、哦。啊，现在如果有吸食毒品啊，都会一个特别的感应吼、哦。所以咱对这方面啊，咱嘛已经做这个相关的一个准备了吼、哦。当然啊，进一步全体社会讲来讲伤久的，讲十外分的。我是讲话讲较完整一点，无啦。馆长吼，副馆长、秘书长吼，各位处长吼、主席，啊，各位同仁，各位馆长的联络人，大家较早吼。馆长啊，他拄仔，阮议长去讲，我讲你讲伤久，时间哦，占了了吼。即我针对他拄仔议长去讲的吼，讲毒品的部分吼，毒品当然食真济嘛，拢到处有当看。即摆上重要吼。即骂人杀人，你较厉害哦！工作报告较厉害，骂人拢无。我听来讲哦，警察拢上厉害，就是讲，伊放线，知影上次食毒，都加互你食一个。再到春清转暗的时阵，才来抓，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是感觉吼，阵来拄阮议长讲啊，食毒的拢知，卖毒拢唔知，宜兰人也无偌济人啊。敢那像讲这上干呢，杀人去创啥，杀人去做啥，你拢知。敢那馆长你做议员，无馆长你做馆长。以为这议员去做啥，你拢知啊？同款啊！我刚才讲一句话哦，我即跟那个质询啊，不简单，唔较简单。警员就好啊，倒是想要去开红单，我压力非常，唔免啊。警员敢若讲安尼，我住南郊里啊，警员南郊里，伊就好统筹南郊里，这个所在啥人去做啥，啥人去做啥，这拢有法度啊。即摆警察变无啊咧，无从家庭访问，即摆拢无去啊咧，即若放伊放伊去啊。放伊自生自灭啊！较早人讲啊，管区的来看，看管区的来关心啊，咱到底创啥？即款并无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是感觉讲吼，警察真正巡逻吼，免穿制服啊，巡逻车驶，哎呀，盯得啊死哦！警察来哦，警察来哦，你好走啊！还囡仔只遐食物仔呀，看到警察遮远，警察哪死啦？即天桥口走了了，要抓会到。噶咧，警察秘书讲我来了，哎。迄个人来咯，啊，你来走啊！我是感觉这爱改变方法，我是讲，反正照这
机会看有哪改变方法，把这个毒创好。我建议所有的家庭有吃毒的，因的厝的人拢较早真好个，到尾这尾也拢真艰苦啊。我有法度比例出来啊。就我希望讲，真正吃毒的部分，甲趁机的部分，真正彻底哦来做啦，卖讲只讲讲，你就煞啊，对哦。啊，搁地下之争也真济啊，对哦。破油菜嘞，生，我有在这想嘞。地下之争真简单啊，伊讲警察讲袂使啊，你着地下之争你个卡，我着甲伊照啊，身份证去甲伊照啊，甲你登记，哦，几工偌济钱，利息都甲伊堵他下头，到尾你安怎甲生啊？对，甲录音起来啊。你甲讨钱，安那讨啊？这拢有法度去做。啊，你讲这银行法，甲警察局无关系，对。啊，即马真正讲办落去当阵，啊，警察讲啊，这林世明这议会讲的，较早拢安尼啊。对，我希望讲真正毒啦，甲地下真济吼，甲趁机来做治安较会好啦。吼，关长。大会主席吼，陈议长，县长，各局处的处长、局长。各位同仁哦，各位媒体朋友哦，馆长，咱即马即届甲搭任期啊，将近伫六年过两年外，将近八年通啊，敢是馆长？啊，任期六年啊，七年，第七年吼，第七年应该即个第七年当中咧变化非常大了吼，变化非常大，就是讲你民进党伫第三次的这个政党轮替咧，全面执政，包括这个国会咧全提到，包括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县市长、台中咧，伊用差不多，人讲较早讲未过这个流水溪吼，即卖已经甲套起来吼，新北市当然这是柯文哲，这是较特殊，所以一路来民主政治的这个转变咧，嘛非常的紧。咱会记得较早，咱听的歌咧，咱这代听的歌就是爱这抒情歌曲了哈，凤飞飞啦、江蕙啦哈，这个陈淑桦啦哈，倚天啦哈，谢咧，咱来听下这款歌。但即摆囡仔爱听的啥？吼，偷调啦吼，什么？这个歌这个偷调啦吼，正经那款歌，咱听下有，他是要做那种。吼，你讲过来，咱的手机也同款，一代一代，你也看，一年出一支，一年出一支，各种的品牌拢有，哇，愈紧。慢慢淘汰，非常的快，所以民主政治也是同款。但是民主政治所追求的这个目标跟理想，我看是永远无改变吧。哦，那你今日我伫开始伫三十几年前咧，哦，我讲第八届吼，即马第八届，含代表第八届，插政的当中咧，我相信真侪人拢揢到哦，蒋渭水、郭宜新。哦，啊，过来就陈定南、丁定安尼，啊，一路来。我会记得每一遍的这个政治演讲，就是选举，也是讲公开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演讲场嘞。相信大家拢会去提到这个人。哦，咱的先人安那从咱安奋斗，民主安来奋斗。好、哦，包括管理你也同款。哦，伫台顶嘛安尼伫讲，吼、哦，真侪所有的演讲者嘞，拢是安尼讲，拢是追求民主的这个核心价值。追求过去啊，咱的先人、咱的民主前辈所留落来、所拍落来啊，这个基础。所以讲，每一届拢是安尼。但是我感觉讲，本身发现就讲最近，尤其是2016年的这个政党第三次轮替的国会全面主政的时阵了，包括政务局长的啊，拢由民进党来接掌。所以这个当中呢，我去发现就讲，虽然我不是民进党的这个党员，但是不过呢，我又发现就讲，尤其是咱宜兰的核心价值哦，现在已经在改变，而且非常的快，哦，非常的紧。我今天想要讲这个，我举一个例好，咱咧将几啊天咧，伫新104年度咱的第二位预备军咧，这个尊南荣，这个前辈咧，伊追求。伊个理想，甲追求全民的这个理想咧，甲过去先人所留落的这个奋斗打拼的这个成果咧，所以破气球来引火助焚。但是咱为着要甲这个纪念，咱咧104年是伫第二预备军内底咧，就已经有这个项目伫咧。那你前几日讲咧，啊，火球会拆掉的，
议会太听，我当然得讲这是全台顶内底的这个议员多数的，来，而且来发台这个预算，我们才通过。那我有一个思考了哈，搞一个想看法。第一，你讲国民党伊的核心价值就是啥？伊是终极统一嘛，一国两制嘛，哦，一中各表嘛，这真正确啊。哦，国民党诶，甲你抬，甲你议员甲你抬，这无可厚非。但民党诶人，包括因为歹势，还个老爷死都我落来无来。是了，即个看好即、這个，今日毋是讲抬即个预算诶问题。今天不是这个预算问题，这预算四十万尔啦。啊，四十万对伊来讲起来，来募款，过来回头转来，有困难无？也绝对没有什么困难啊。但是我是干嘛讲？就是讲，卖讲你嘴讲我，那个专那个啥物事讲，你让选举的人专吹仁义道德，吼、哦、先行是安怎？但私底下来做这款个工课，假是这四十万就会当看出，就是讲。你嘛，恁即嘛已经是前面执政、前面斗争就开始，而且呢，馆长呢，我一直咧讲，恁创个馆长即前途无量啊！伊虽然过两年外，但是伊少岁，你讲就无。阮打算，阮甲方某即含二长即含七班即老人啊，即六级的吼。老人啊吼，养老人个降低国产嘛就无偌久。不过你个前途啊真快，但是呢，你已经被电力是后时代的人冲前。所以这个现象有走出来，有走出来啊！你看，大家拢在讲啊，包括咱刚刚有乡长嘛在讲啊，馆长叫我去因家坐两点钟久，我两阿妈尔，公开安尼讲啊，你叫我出来选馆长，对哦。黄淑超嘞，即马开始你选，就想要选馆长啊，但你无甲表扬啊，你去支持刚刚有，啊他还情何以堪？过来，咱嘞，这个。自由路四十万只，您执政的陈局长坐你后边的，他是堂堂的民主进步党的一个操盘手，而且今晚搁做着局长，哎，四十万太刁。你那个一二三自由路是干什么的？这表示啥？表示这人已经跟你抗议了嘛？啊，现在跟你抗议，就是因为你是后时代。所以讲，我是感觉讲。这个钱是小数啦，这个四十万是小数。不过，这带来的意义是重大的这个意义。咱所追求的这个，我唔敢讲，我真清的嘛是真啥。但就这个事项，一旦看出，就是讲，今仔日，咱林基山副议长来主持这个会议，一定是咱他们请叫来主持的，莫是了嘛？这就是安那讲，过去都啊，开去都好，都唔捌心济啊。但重点，你杀台北，我拢无意见；你甲台企行，我都有意见。咱个林基山副局长，是咱民进党十外个专属代号的，啊，但是伊个中心思想，伊就是讲，哦，过去你民进党迄套，我都无爱用嘛。你个南洋系统，我都要抬啊。啊，你个啥物抬？我认为嘛是公道，但这甲咱陈副局长有关系，绝对无关系。啊，甲你有关系，有关系啊，对作风个问题，等等个问题，下骹要接班个人有关系无？绝对有关系。所以下骹只较有注意的，啊，拄好无伊讲，拄伫外口，拄伫啊，牛血啊，唔知是袂人杀。所以这顶顶咧，有这个小项的事件咧，吼、哦，虽然讲真少钱，但是这个意义咧，我相信非常的这个重大啊。假一产生甲这个问题起来，是安怎创？对不？以前咧，人话你讲咧，咱。管枪五个五人小组啊，馆长嘛，副馆长嘛，必须长嘛，哦，啊，过来就水利会长啦，哦，六人小组啦，五人小组啦，啊，馆长、副馆长，对对对，水利会长，啊，搁一个党团的，但那个宗教，啊，搁一个姓刘的，讲什么真事拢啊经过这个人，但是我讲却无可能的，哦，有的是自我膨大啦。把你膨大，你知啊？拿鸡毛当令箭的，这相信过去的历史，甲当你啊看，一定是拢有啊，都有啊。应该你是贵的，贵为一个县长，也不可能讲我哎，你来阮家，我请你吃一个饭，好是去开讲，伊讲了选举就选举，哪有可能我林创人叫你讲出来选，这无可能。你今仔想就知啊，那偏偏就是会造出这个现象出来。所以你啊看，一个政府安尼要腐败，就这开始啊。一个政权要堕落，就是开始啊！因为你提着政权嘛，
你啊，你窗仔底啊，你啊看，你窗仔底啊看，你啊讲你三国演义直甲看，刘邦等等还直甲看咧，唐太宗直甲看咧，看甲清朝，看甲民国，看甲国民党。所以一个政权到伊最高峰的时段的时阵，你嘛就是全面执政嘛，你就开始堕落。我要政权到你，我提名就掉。哦，我要选馆长，我提名就掉。我要创啥就创啥，对不？为所欲为啊！以前，馆长，咱讲实的啦，以前你我甲你一菜输啊尔啦，你有六十分，我嘛四十分，那你依然过来抢断中断，但是，我无法度，因为我智慧无够，对不？以前我嘛在咧讲笑啊，咱村长一长，你以前是讲到陈文清，你也唔走的，尾仔伊入来吃头时，伊徛到我甲你停酒，你也看，还佫甲你停酒。但即马做到局长，较实力哦，变大。所以一个政权要腐败、要堕落的开始，就是即款的。同款啊，政权夺利，即摆主要选举就好啊。这是有人个人的一个因素，就是讲，这个派的甲这派非主流甲主流两个单位集结，你表这真正常。不过有人解读讲，今日林正财选来摆，就是你官僚的问题啊。所以讲，这是今仔是利用这个节存的时间，我利用这个四十万郑南榕这个事件，这个经费啦，我给你提出讲。真中肯的，这都在看，公开讲，这无啥物秘密，慢慢在后边永远在变。所以真侪代志呢，是我是感觉讲，真侪代志爱去思考甲真看面的这个迄条啊。哦，这点，甲你看，啊，你这四十万，无要紧，我甲你到负责一声。哦，这一项，第二项，即下上大，你也看，风风雨雨的，是啥物啊？最近是啥物啊？每一个家庭，尤其是伫89年以后所面对的这个农协问题，农协问题你今天就刚扣，但让你禁，哦，这都无听到，是正确的，无唔对啊。因为真侪人农协去了，想过坐去，嘴上讲啊，大家感觉想过坐去。甲你反对的人，你也看见白报起来反对，但是票投起来，还阁是你赢，你表示人对你的政策有肯定。但是你今仔细清楚的，恁的扣法的。那有讲去年几千块，即马变八十几万，变五六万，变十几万，那有这种的扣法？地归地管理，地有委员区计划，或是地价税、地价税等等。哦，这里地你要哪扣？这是一回事，这里嘛有一套的这个标准出来。厝税金得扣的，应该是讲做讲我厝大外宽，啊我违章，不管你什么违章，你有应该的行为，就是营业税加落去。你无应该要费用，就是主体嘛。啊，你即马今仔是扣税咧，你甲主体，甲伊拢甲你个土地包做，包括墙啊，这是违章，拢甲包做，共扣十几万，几平啊，600平以内，留啊一个，迄个围墙，较悬一丝仔好，你当讲要拆，买单挂伫我以后啊啦，伊隔壁别人个田，你当敢会使落去拆哩？你啊看，细间厝安尼叫人扣。安尼有公道吗？在去年缴十几万，来缴万几块，七八千块，今年变十几万，变七八万，啊！你拢去扣啥？你想看哪一个岛啊？伊拢总做七分偌地啦，啊！老爸前几日刚死，伊是讲囡仔都老爸老母都较济岁啊，你破病倒来顾，啊！都甲去一间农舍的一层尔，外口街，创差不多二三十平，这个阿毛头，因为伊无去用，伊家己在做。家己在拍，但是伊墙也有甲控制输落去，后壁你降焊机，你规个拢阿扣，国税局甲扣，赠与税，老爸父囝还未死，三十几万，今麦过来过十几万，这情何以堪啊！你所扣到的，就是长期甲你支持的，吼，甲你肯定的，唔是台北人来去这人的，你所扣到的是在地这农民的。第二代农民，第三代农民的，你情何以堪啊？我请问你，你情何以堪啊？哪有这款的税法？你要打官来解税，我相信伊嘛解税嘛，你唔对啦。恁的行政权这么扩大，有这种理由吗？
延伸再到，你拄啊龙蛇像大家讲做无要紧，龙蛇都原来根本咱布置啊尔，咱起的都只细件啊无。但是即马所钓的拢是只细件啊，大件伊无要紧啊，伊哪有差？我交一百万嘛无差。那是看到政府，所以讲就这个问题，馆长你甲我答一下。台湾主席陈议长，感谢陈老三议员的指教。其实陈议员他拄好有真侪这种苦口婆心的这个建言啦吼，我想我拢听伫心内啦吼。确实值得咱所有危情的人吼，有真侪家己对着中心思想甲自我价值的一个坚持吼，互阮有真深的感受吼，特别甲你感谢。对于他对你所指导这个案例，如果他是农二代、农三代，确实，伊的田都还够，这个有一定的面积，咱顶刚嘛已经有甲这个农业处、甲这个税金处地方税务局这边有做一个专案的探讨，顶刚我对专案报告嘛安尼讲，只要是一个真正的农民，只要是真正伊还够是伫十分之内底，你这个个案拢他提到顶啊，这一家己咱拢袂袂甲扣。至于你讲的这种继承的问题，如果他还是维持农地农用，基本上应该依山水，这个征地税甲依山水拢扣袂掉才对了吼。所以基本上，伊若无去移转吼，无去移转，要是继承的部分，做重来之使用。所以你这个个案啊，我想地税局跟农业处啊，这个有相关的这个个案都要收纳过来。咱这有一个专案小组会去做。服务啦吼，所以这个专案小组都由秘书长加主持的吼，所以除了陈议员所讲的这种的案例之外，我嘛希望讲贵会咱有相关的这种类似的案例拢收纳倒转来，我拢做一届做一个专案服务吼。以上，我这是记者的吼，这拢有熟悉的这个资料吼，跟老爸未死争议，未死正常争议对，这拢扣着税，因为伊唔知道你加只要加吞一丝仔土起来。就讲问题出来，哦，过来就是讲，人伫做的范围内顶，哦，从来做使用拢合法的，包括伊的主材数，包括伊了，不嘛无囤地，不过是像样是有样违章，但有样违章，咱农业处是讲也无好，咱去等丢啊瓜出来处理，哦，这是个案，你唔啊，你税金处唔啊，恁副处长就查啦，你知？去人去家己去人去啊去，人就是讲他这代是，但是防接处理查落来，伫迄个。迄个七点啊呀！翕相当中，好用跟人个面看，那有一个翕相出来，去用查嘞。我税金处副处长，这么要不得人吗？你大大方是面，我就是来翕相。我搁请问馆长，类似这落经营的时阵，咱税金处处长，你讲一下，这有证金嘛无？恁查这有证金嘛无？房屋税甲地价税这有证金无？有没有像这个缴落来安尼有证金无？有没有奖金？你打一下，你不断在摇什么？主席还有各位议员，那房屋地价清查的部分，那个是我们这样人家缴钱，我们没有奖金呐、啊。你们没有奖金，他已经请坐下。所以讲，这是你要去馆长要去思考啦。哦，你扣掉你弄起来已经好足够，已经差不多了嘛。哦，但是这个税金的问题是影响到在民国89年以后，才弄起来这个问题出来。哦，这个我希望讲。唔当多只讲讲的，吼、哦，过来怎啊刷过去，总会不好了。应该你也做伊袂安尼啦吼。我阁讲一项吼，就一讲真侪议员同仁啦，应该嘛有安尼讲过啦吼、哦。就是讲咱东山的朱新华都有这个教育，当然这个教育当初的时阵的，包括东山的议员，包括我个人的，我嘛得个支持。安尼讲，这个教育应该讲起来是袂歹。好、哦，伊个教育的方式咧，我相信也纳入个好家庭，包括社会，包括未来，包括元素的，好、哦，这事项咧，伊拢有纳入去。不过咧，好、哦，我到这即马，我到这甲馆长请教一下，因为将拜五以前咧，嘛有人讲过这个案，少子化的问题已经伫产生啊。我咧单位接巡的时阵哦，你请问总务伊拢从八月九去呢，学生啊。这间学办了真好，大家是真甲伊肯定。但这间学来了后咧，这家长应该是用伫外围啊迁入来。
这有钱人，另外伊来陪同伊个囝，陪同陪同啊伊个孙，哦啊伊个住在一同这个生活。但是这间学校你有去查个无？这间学校到底咱宜安县人是要偌济？因为宜安县个家长会入去，我相信有伊个背景无共款，因为咱家长爱去趁钱，我就啊我隔壁下个你送入去。但伊这间学校伊买房囡仔，就是出来甲遮个国家做伙，啊这间学校。是公办民营的，大家要搞清楚的。像宜安当初宜安县政府出资出入对的，包括即马同款啊。啊，你即马像报纸伫看，我就看到报纸知影，你伫东山高校要搞借四间，这对唔对一回事啦？东山高校人到底剩偌济？对，就会对，这种唔是问题啦。我要讲的，就是讲，你即间学应该若真哩成功，是咱都好去办就好啊。你家己去找地去起嘛。那都讲的要来个，还过来扩建。咱已经下，已经足济砖卡下，已经无囡仔通阿读。总有诶，迄个啥，幼儿园一年拢了一两千万，就看无囡仔通阿读，老师拢给出来。啊，这要哪创？所以讲，你要处理这个间下的时阵，爱去思考啦。因为这间下家长。伊较会用利用媒体，较会用利用一寡关系来处理这个问题，利用一寡教授咧来施加我们的压力。但是我本身身为一个宜安县的这个管理员，我等下跟你讲，你教育要平均，你教育尤其是咱偏乡的啊，咱这主地，包括五结、所有众位大家三省，这较偏远地区的大东南部，你这强教导就去改落啊，袂当讲做完全的。受到这间的影响，过来，你看，新新闻的一篇值得我们的损失的报道，啊，过去新新闻应该是真实实例啊。我伫顶礼拜好，我卖讲真长期，我报大学报电讲，因为我是主委，来乡街来当中有千几人，一个礼拜，来，因为迄我的即个讲审美显好，各县市的来。伊讲啊，罗恁单人偏个关系，伊拢伫打去，有当时啊伫三枪江去、玉村江去，吼、哦，有当时啊伫台里天公庙来，有当伫阮家乡来，这不一定。在言谈当中，伫大家伫开讲个当中，言到今仔日为止，到一项为止，还佫是好山好水，哦，你安尼空气哪会遮好？而且真个恁倒落去也真爽个，吼、哦，过来，恁人我一个只一个伊，我个伊无定，我庙个个伊无啦，人恁个头样真个，伊讲啊，谈讲个。嘛真水啊，去个大龙寺头城拢真水啊。但是，那这份报道上依然你敢做了吗？这点我是个人来讲，我是非常反感。啊，这就是安那来，就是这资讯化都有，这家长来。我请问你啦，咱的南澳一天生产来偌济？咱的青鱼、咱的盐啊、咱的四破、咱的白人啊，一天来偌济？几十万斤，啊，这多嘞，这头嘞，这台子，这装嘞。在废水的，是不是有臭味？有臭味，你是环保局，你叫那个处理，按那个辅导，这样评到臭味。台化当然，以前嘛也较臭，以前嘛伊机器更新，一定会较臭，较大就一定较臭，较咸。第二下去啊管，爱去啊管啊，这是环保议题的问题，这是环保的这个设备的问题，你袂当讲一个资讯化都有，这学生这。即家长甲你发布就，伊啊，你遐敢做吗？到目前为止，我听人讲伊啊，我足好呀，去甲大人嘛对包对到无妨啊，好山好水啊，伊啊是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遮尔水。昨南投一个代表会，以前主席即摆议员，伫阿哥啊因遐食饭，啊人，阮乡长叫我去，啊阮主席，嘛伫开讲，哦，恁伊啊真水，阮来佚佗三工，确实水。你看一个报道，你来看，两面夹击。啊，这大引起的，所以恁这环保局，你嘛要去注意啊。这是工厂的更新，你要达到这个理想的目标的时阵，你袂当甲细水面拢甲伊放掉去啊。现实我嘛知道，阮家爱将过将花园熬过子，我嘛爱啊，大一卖。但问题，咱的就业你也去考虑无？咱的工厂的生存你也去考虑无？咱的经济来源你也去考虑无？爱啊，是不是就这项？咱的环保局长，你也去甲伊讲啊！我即你这个设备物啊无好，是毋过改善一下。
只是改善的问题而已而已。什么议员你还敢住吗？这点我感觉我感觉讲，不是讲我今仔日讲，我陈文昌局长讲，恁搭上个铺馆长，我不是铺你，我是就事论事。该处理的，该安怎，你讲爱去爱用伊的设备来改善，袂当讲规个家长都发一发一个声明，都哦，当袂话伊也无人加大，凊彩讲讲的。所以，馆长，我是安尼甲你建议啦，吼、哦，就我拄啊讲这条，你甲答一分钟，你也看我的。啊，台委主席、陈议长，啊，感谢陈议员对咱教育啊、甲环境品质的一个指教。啊，对这个新新闻这个报道的内容，基本上啊，媒体是一个公器啦，吼，咱对。啊，任何公正客观的评论，咱拢会当接受了吼。但是咱看当中，咱感觉上袂当接受的，是伊的标题加最后有一挂结论吼，拢是啊比较较情绪性的吼。啊，虽然这几年咱因为啊，大家伫生活过程有一挂外来的这乡亲，啊，大家这几年我相信陈议员嘛足清楚啊，有的跳舞场，吼，啊这跳舞场真早就伫遐。啊，即摆新住民甲遐阿姨对着这种环境的品质啦，甲原来在地的感觉无同款。但是咱嘛因为安尼，咱就无去处理。啊，这是对着这种啊环境啊管理的 B 指标内底啊，即摆上歹管的，就是叫做臭异味吼。基本上，宜兰县这几年内底，咱拢有针对这个啊问题来处理啦。当然，啊，这拢爱做乌面的吼、啊。我想贵会嘛，拢真侪指教。过去咱伫啊，这种的环境品质，所以陈议员讲的这个部分，我想分做两部分啦。第一咧，啊，这个媒体也是后壁所啊，这个背后什么款的动机啊，是什么款的啊，这种的做法啊，我是袂去甲预测啦。不过我是爱安尼讲，就是讲咱宜兰人长久以来，咱唔是干那管政府爱做好啦吼，大家拢有一个共识，咱已经习惯这种好山好水。所以这人是一定要去维护，啊，都要做不好，咱会当真客观提出来，吼、哦，都一个有问题，像咱拄仔陈议员所指教的，伫工业区周边，吼、哦，遮久以来，遮老工厂、老设备，咱一定爱要求伊，吼、哦，随着咧这个时代进步，爱去更新，敢像咱的车同款，即马来个车，咱差不多已经进入第四期的环保标准，所以咱安尼，咱顶两年就咱就预告，讲啊，遮水泥厂，吼、哦，也是讲遮的化工厂。你这设备应该要逐步更新，所以咱有一个加严标准，但是咱有一个缓冲，让伊去准备。咱的做法一定是安尼啦，你无可能讲马上叫伊关起来再来改善嘛。所以咱伫六月初，吼、哦，过几工啊，尔都一个新的标准。安尼来讲，慢慢来收缩，吼、哦。啊，这个物件，我相信是啊，大家拢会当关心这个环境啊，一方面是好代志，但是方法要用好对，吼、哦。尤其是难免有当时啊。啊，伊这个聚焦的这个做法，不一定会当达到迄个目的了吼。所以伊讲的这个臭异味，老实讲，因为像石新华德福，阮管政府的相关主管，我看有几个主管拢住伫附近了吼。所以到底有什么环境的变化，大概咱我嘛袂敢看到这个环保局的数据。相信咱这个在地乡亲伫遐住，诶，这种的感受应该是上直接的吼。啊，所以。慈心华德福的这个厝边，还佫带一个咱即马宜兰县上长寿的，即欧医生住伫遐，所以遐老公真正有甚物特别的这个变化，应该咱拢真敏感了吼。看起来伊即届是针对，吼，因即个团体是针对用迄个地球公民啊，用这个其他的这个做法针对的是水泥厂，吼，因目的是安尼，我看是安尼啦吼。所以但是做法上。啊、用这种啊，将宜兰县所有的这个环境品质啊，甲当作同一个指标，我感觉迄是无够客观吼。以上。拄啊讲遮济，我想要甲你阁建议一项，就是讲，一个事件也好，一个方法也好，吼、哦、啊，一个作为也好，一个命令也好，就是讲，人要甲你讲好的事，就是会好真好；，会甲你讲歹的时阵，就会变真歹。所以长期咧，宜兰县。卖讲啥，伫我开始做民意代表，做议员，那老秋祥、李国华，我也着你嘛，吼、哦。所以说，所拍落来，这个，所有咱宜兰这个后山河是这个基础嘞，
不容抹杀啦，哦，不容抹杀。所以讲，你来去好好啊处理这代志，为的是我要得到什么目的？都来跟你讲，哦，遐安那，遐安那，遐安那。结果呢，你即马事先讲过，拢是物价呢，税金物价呢，交通、治安、等等物价呢，过来哦，你啊看伊人，看伊开始咧变歹，哎，你就歹咧。一人讲你歹，你就是歹咧。所以你这点家己要去思考。这个方向你咪你变哪行变哪靠，你去思考。我来，我问你一个地方建设的问题。县长，你会记得你第十七届、阮十七届、即个十八届、十七届是有过每一个乡镇嘛，有一个座谈会，你会记无？吼，每一个乡镇拢有，唔是讲独独讲阿壮有，我相信是每一个拢有。在场真济处长咧，应该嘛拢有到位啦。我会记得县长，你曾经伫我伫地方座谈会的时阵，甲你建议讲，我们大武社区发展协会没有社区，好，那了有一间卫生所管的，啊，这个真类似金属这款的啦，一礼拜两工三工安尼的。馆长也真明确财数的，包括副院长在场。好，阿罗我唔知道在场，我唔知啊，应该嘛是有啦吼。馆长，你答应讲，这块地咧，啊，要来交付咱大区，啊，这个社区发展来管理，但是这块地一定爱。这个名爱创公所，未上通有投去社区发展会，就是由咱县政府土地来拨好。啊，这个县公所县长是不是呢？我私底下嘛，搁甲你拜托，搁甲你啊请教的时阵，是不是你阿公是有这个事件无？应该我是安尼讲了哈，咱即马伫国强镇哦，这种闲置哦，闲置的这个房舍，啊，咱尽量会当啊来做啊这个利用。啊，尽量是用管用合一，就是讲，如果这啊、是机关用地，当然是由乡公所去保养。无社区人民团体，你无法度甲县政府做这种啊、这相关的保养停息。所以这方面应该是啊、我顶刚应该哪讲你讲这个代志是不是迄、那个啊、财政署甲卫生局车甲这个停息还未处理完？啊，可能差钱，我今日是甲提起一个，这已经两年外了，吼、哦，已经头尾要三年了。就是安尼讲，就是讲，包括乡公所提个，包括个人，包括协调会当中，就是讲，咱改造一间和咱的卫生所一样，哦，这同款，这个老人的这个遗址咧，咱维持，后壁咧，啊，就由创意乡公所咧，吼、哦，来申报，来报落管政保养，咱中央来申请，来共同来完成这个事项。但是咧，咱的卫生局更大，阮开年外去这样年外，讲好好好。公布，过来，咱个财政处更加恶劣，甲你回一个文山海款，有厂保养，你爱来敢买？你讲个妄啊，讲个废话！你白白你管政府个机关对机关，我爱提钱去甲恁买。啊！你县长伫台中顶顶，遐尼济村长代表、社区理事长、各社团个负责人拢来伫遐，管甲你拍破啊！啊，这样是。社区私人提，也是阮独去提去，也是讲乡公所提去。这就是讲，公权像县长你拄仔讲了，县政府来一部分咯，县政府用一部分咯，或者个社区用，但是机关对机关嘛，这真正确个答，拢无消息。啊，有真侪来主持一届就啊无去，那走去打全国去啊。所以讲，今仔日到这。现场的解决，私底我来甲你解决这個，负责解决这哦，袂讲吼，这个上是主导，这个上是阿老你主导，毕竟主导也是副馆长主导，也是卫生局长主导，也是教处处长主导，吼、哦，是上位主导来讲来。谁要主导这个事件？跟议员报告一下，因为它是本身是一个可见的用地啦齁，那个这在有偿跟拨用有偿跟无偿拨用的时候，各机关互相拨用之间的时候，它有个原则，是依用这个原则去办理的齁，这是在法令上是有规定的，所以必须如果这样做下去，必须是有偿拨用。有偿拨用怎么样跟你讲这啊？住宅区鉴定啊，你有乡公所还要有偿拨用？可能是安尼啦吼，来，他对我讲啦，机关用地拢单纯啦吼，那安尼讲起来是毋是？迄地是飞刀的建地吼，
哦，住宅区啊，能不能改成非公用？你改成非公用就可以了吧？袂紧啦，迄连工咱会当安尼签啦吼，就是讲半用以后后工啊，乡公所袂使去处分啦。但有你怎样意思无？因为伊迄建地啦吼，连工你若无用，通啊直接转啊处分去吼。但是那个拨用原则，那个一般来讲，那只是管理权而已，所有权还在县政府了。我记得我们跟国有财产不是这样子吗？同意用的。哎呀，这个没有问题吧？这个不是私底下，这给秘书长去处理就好啊。迄就是干那条文的解释尔啦。一般迄若讲机关用地就无问题啦吼。机关用地啊，这种的用地你是无法度啊，予咱机关讲，我就是这样做公务员，做机关公用的尔。啊，即嘛就惊讲后港迄种建筑物，建筑物是旧啊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是啊，停时甲处理好就好啊。解释尔啦。吼、哦，感谢馆长吼。我想要讲，这是较早大湖国小的这个教主任的这个公共的这个厅舍，伊大个位啦，到厝的，尾啊才由县政府来接管建地。吼、哦，我是希望讲，我今时安尼甲伊提出来，我感觉真无奈。卖讲做讲安怎拄安怎，我做五届议员，甲恁协调这个代志，唔知要甲啥协调？卫生署讲安尼，财政署讲安尼，恁正经是无一个，我讲无恁通打一单统筹来管理，我嘛甲县长报告过啊。恁当时在场的人遐尼济，包括副县长拢在场，罗乡拢在场，踢来踢去。我伫办代志都遮尼无奈，你卖讲一般的百姓。所以恁这处长，我是感觉讲，这种你的团队真的是需要再思考一下。这位讲一项，结果讲拢不了了之了。哦，所以讲这是今仔日甲你提起来台面上讲。哦，我希望讲了后，哦，即马都以必须要你处理，你好好去处理这个代志。哦，安那样不管，何恁土地卖给恁顶当阿爸们，只要社区会当样伊就好啊。哦，这点必须要有问题无？你该答，你该答，只有记录你该答，你咩人头推定？各位主席哈，邓议员哦，这个案我回后都交接了哈，相关的同仁随时来做处理。好，感谢你，好，谢谢。馆长，我想讲一点啊，我想讲跟你这些这艺术团来跟你做参考，不像社会问题、农地问题。甲税金的问题，甲官官的要执行的问题，你也思考。在你任内，农社起上侪是你。啊，即马你都要甲放掉，就是讲，啊，我著甲你扣税金，嘛困在农民听。啊，违法的人，遐后摆还佫有咧，违法就是违法的，违法毋是讲你行政权免听就免听，啊，你著是税金甲听。啊，产生这社会这么复杂，有啥物真了解？你爱做什么？真真正正台北人来去的，伊违法，有诶较侪啦，无要紧。你税金我七三倍、五倍、十倍、二十倍拢无要紧。但是伊诶建筑物咧违法，还阁对哦。好，啊，伊即摆恁来解税，就讲安尼，我甲你税金拢甲你扣扣哦。你即摆一年加欠偌济煞？但是伊个违法遮尔济，即等即是法律的问题啊！馆长，你袂使个留着啊！好，国是上百姓真正农，咱真正咱沿关的农民，伊即马共款，伊是为煞抢啊起来，为抢啊，互你听无啦个？你煞个创啥？总个扣钱，扣钱，迄日来个思想，迄个钱你要甲这违法的做伙，袂使。国一项。有家具行，伊甲起拢甲起起起来，餐厅来甲看拢甲起起来。你税金过来扣一百倍啦，无要紧，对不对？现准是大餐厅，阳光几啊间，拢是你的好朋友去。但是迄在发了滴滴哦，唔是讲你钱甲扣着，伊啊就拢免听。这无听你咧，后摆若真正着到发，你是用谈何，唔是袂哦。哦，你袂使把目前所有拢甲放倒去，而拢免。因为家具行工厂占上济，哦，我接落去扣扣无代志，但你发了第二啊，这是你的公款，你无执行啊。我想讲这啊，
你必须要去解决。吼、哦、啊，当然这是政治个人个人家己的命运去行啦。吼、哦，你目前要照进程，你车一定要甲创好。袂使讲台北人来遮投资进程来听听，我即马安尼甲你叫叫无代志。啊，杨冠民即马代志定咧惊，定咧骂，税金甲要啊啥尼济。哦，即大家拢有这心态伫，但是你若捡到每一户的地，大家也袂欢喜的滴。哦，我是讲遮呀，反正你要走以前来爱一个思考，啊，你若无一个思考，我怎共服务？就啊，八十年大，你当年甲开，当年甲开。哦，啊，伊则讲我啊，当迄间餐厅，我内面甲你讲遐，人家咪无啊，哈大景都无代志啊，但是生理人话紧啦，好你话话紧。啊！即摆来拜托我去个地震哥也好，农业局也好，啊！即摆佫话话八十年佮当较好，无爱当年发。啊！我想讲观点啊，即出在社会不公平。啊！你说法即摆共起个遮济，我看你前面也真济，你应该爱各研究，总找找起我来。哦，即个台北人真欢喜互你求我去，但小百姓，嗯，啊！你到底？这样有话不听唔听？你若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答案，留言冠名啦。好，我想这你吼，会使好好去思想看者哈。啊你，冠名，其实大多按局长讲的吼，无按前局长讲，无局长去顶管等来讲的吼。其实咱来讲啦，当下讲扣税吼，我是赞同啦吼。当然，伊起真大个面积，当然是爱扣税。我觉得这样一定要。缴税啦吼，无个土地人损失遐济吼。佫说来就是讲，真正一千岁未以来，一千岁未吼，真正有去做田的吼，莫扣啊济，拢啊扣到三万五啊，对哦。真正有做田的，你即个一千岁未以来，即个有做田无做田拢看有吼、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吼，我爱直接爱讲吼，咱税金局的副处长吼非常辛苦。伊拢会解税，咱来讲，即款的公务员真少啦。会使讲做到副处长，我到宜兰县走透透，我带伊去看，伊拢知影倒位，倒位拢知。这是爱甲鼓励，爱甲奖励的。这我是感觉要啦。一般的公务员，甲伊即款的公务员无共款吼。我看伊的态度拢真好，伊会甲伊解税，这会使，这袂使，是安那袂使，是安那会使吼。我希望讲馆长这个听会落啦吼。佫说来讲，违章部分吼，顶次吼。我去陈家勇呛赌的吼，其实我是这句话无讲啦。我的比例讲平滑无拜托过啊，我比例讲平滑吼，从断水断电，增加遐济餐厅遐大间的餐厅，因若无断水断电是遐断水断电平滑。譬如讲，我是一个阮朋友开餐厅，伊在叫我做股东，哦，即我开千万，我厝摕去抵啊，啊，做落了后两三天，馆长来甲断水断电。啊！大家会使做，我是安那袂使做。我是讲馆长啊，这你要整个来探讨一下，看要安那来出了点要安那行，违章要安那来行，要安那拆，这是大家共同上重要。我只啊讲安尼，我听来你讲是安那讲，水泥厂、火洋洋这议员、民进党这议员拢是讲水泥厂，啊，其实讲迄边的空气歹，我较无了解。我听来这议员讲，来，我咧甲农委界外关起来，阮议员好山好水，只有没好薪水。来这投资真好，阮的土地拢真好，介绍真好。南部的土地、农地、土地拢万通股尔，咱宜山的土地也是单客的土地，拍卖上悬到三万五嘛吼，三万五。我是感觉讲地，管理啊，地吼，拢是啊，经过你爱去探讨一下，去开一下会，看咩啊？第二违章的部分吼，违章的部分一百零四年之内进行申请的。诶，违章诶，馆长，你有听？你甲听我讲吼，进前申请诶，违章建筑师都，你知影？伊就甲你教讲啊，无你落楼梯下落台，啊，灶骹即下落台，啊，无你后壁起灶骹，头前起啥？啊，以后起违章起起来，好，即条建筑师出，即条出来起起来了后，起违章，建管局就起啊，未使起，后变讲一百。啊，袂使去，伊就无去啊。较尾啊，健康课无来，伊就去啊，去到完成去啊。啊，恁较尾去拆厝，几年到尾拆厝，这去想这办法。违章的，伊违章的，
你就爱要知道决定要来拆，因为所有的104年以前的逐间啊，都无拢违章较济啊，无伊的土地真大，面积无违章，逐间啊违章啊，好运的叫用拆，歹运的无用拆，等到了变爱听无，细间啊拢拆了了，大间拢无拆，我是希望讲，管理嘛，真正违章的部分看要怎处理吼，无一定讲决定爱拆啦。你即马阁拆也是无一定好处啦，毋是讲人拜托我，即马拢无人拜托我啊。我是感觉你去考虑下看，该安怎来做，进程安怎来做。退后者，104年4月开始申请者退后，你要安怎来做？天图片机要加予你查无输啊，偌济电话好，执法执无好，权乎你，你来提出来嘛。大家三贤讲拢未使去违章诶，我只以为啊，讲到火火样样，我县政中心后壁拢无人去违章。咱王哥呐做局长诶时阵，遮即抗争诶时阵，我讲诶啊，所以拢无人去违章诶啊，后壁无人敢接吧，啊无人敢接。你即摆馆长做咧，因即摆搁管理无好，到尾啊搁接，大家拢接咧。伊看伊，伊看伊。我希望讲针对我这两点吼，馆长你爱开一下会讨论，看要怎来做啦。莫有百姓非常惊吓啦，百姓，你看恁水会也要管，恁也要管，啊，逐工要来迄啰，真正违章的去哦，啊，要来拆，要来拆，迄百姓偌惊吓，你知道？啊，过来送法院咧，有诶送法院，有诶无送法院，无公道啦，有诶有送，有诶无送，互你送法院阁未歹咧，互你恐吓伤害，送法院发发咧尔，互你恐吓伤害，困未困诶，骂骂骂，我希望讲，即个看你诶看法啦，我希望讲恁讨论好。要安怎来做吼？统一要安怎来做？啊，我是直接甲你讲啊，我是讲气候啊，看要安怎来处理，莫过去也拆，莫让产生艰苦、税金，赶快来扣。我觉得这样，吼，反正你的看法呢？你困了？啊，代理主席，啊，感谢老局长啊，甲林秀明议员的指教。我想，太多老局长讲了上对吼。即马地方税务局针对即个农地、农社非农用的加税部分啊，即毋是讲安尼就自确违法，就是讲毋是安尼伊遐违章，还是讲伊遮个违规使用，安就算合法嘞？我想在咱的观念要理由清啦吼。同时我伫只嘛爱安尼讲啦吼，基本上民众若守法，政府若落实管理，今仔即个问题拢未产生。但是他对老局长安尼讲，讲啊，我进来会发酵发上济，因为过去咱这个部分拢授权各乡镇市公所，哦，当然这大家拢有责任，啊，我爱概括承受。你这个物件，哦，这个事实已经造成啊，咱爱亡羊补牢吼。所以基本上咱即马伫做的只是先甲这个他对啊，谢明阿兄讲的上对啦吼。你基本上这是公平啦。卖讲守法的人规规矩矩伫十分之内底，啊违法的人武甲一大片，啊大家拢变做无代志。基本上这，我相信咱任何一个人嘛，袂法度接受这种的事实。所以违法违规的人，你本来你甲要承担这种风险，你要付出代价啊。这是咱法令法制顶头本来就是安尼定的。啊，过来就是讲整体宜兰县的违章不只是农地违章，咱还有一套更加完整的。过去咱拢有一个缓冲的做法。所以桂花这么多年的切进，咱现在定好宜兰县哦建筑违章的自治条例草案，咱现在已经公告到差不多了，啊，差不多最近就送来到议会，应该有机会大家就心会到。咱要将这种违章管理，你不管是在自治区还是什么区，都市内还是非都市内，违章管理咱要有一个有制度的做法，这样大家各位议员伫经常伫这种为民服务内底，我过去伫地方嘛是安尼，一间若检举，规撮大家拢有代志。啊，到底迄个标准咱安怎定？啊，这牵涉到公共安全甲公平的原则，所以这个代志咱是一定爱做较好。其实徛伫行政单位是安尼啦，任何一个代志，我拢爱去承担，因为这是管理责任，有公权力，都管理啊嘛爱服务，所以他都话。这个张老局长甲林秀明议员所指教的这个部分啊，咱对农地的这个辅导也是讲农社甲所有的这个相关无同款设施的这个辅导啊，咱拢爱去做。这段时间因为
过去这个标准啊，大家拢也个无一个较清楚的内容。即马其实哪讲都哪清楚啊吼，我嘛希望讲咱相关的部门即马伫做即种的处理，其实咱的这个通知顶头啊，会当个较清楚一点吼。所以对着最近所做的这个部分啊，其实这是伫总体内底啊，咱伫土地甲房屋的管理啊，差不多已经拢进入一个吼。波动后壁的收缩，吼、哦、啊，所以贵会所要求的这个收缩的工课啊，我呢愈紧啊，该收缩好，哦啊，这个代志我想，我拢会去啊，这个正面去面对啦，吼、哦。以上。啊，你话，我是讲真单纯啦，你踮在官场入来，你该做的代志爱做。我踮在百姓，我踮在议员的角色，该你问啦，啊，那边听，伊爱听，啊，迄安尼安尼，我都袂当讲，你爱做一个。会收煞，讲法你要提出来，这一定要创好。莫讲阮站在服务百姓是讲，啊某某即间免听，阮这做这这敢听，百姓敢听，你爱去创好就，我无管你安啦。第二啊，我是要请这个秘书长哦，运动场移动迄个工程啊，停顿几年啊，迄你要得管去做啦。袂使讲工课摕到，但无政府啊，准无政府，那么停年外拢无做。你看进度嘛，有法他行，我关掉这条个，拜托伊去做者。反正啊，人比人气死人啦。啊，你嘛，你欢喜啊，无欢喜也好，我才给予我的权利啦，对不？总有一天啊，你看两年外是同款，啊，像我像安尼啦，对不？啊，我是今日是好意甲你建言啦，你爱听入去啦，听入去嘛，你的代志啊，对不对？即个严管全面执行咧，后壁你捌了，二长咧，啊你应该会捌你啊。啊，较早我咧做是，防球甲侦查，我也是过啊。啊，你批论我看下，我当时啊，五毛议员伊啊倒啊加倒落，这袂使哩。啊，我就是爱乖乖啊。等今年新生议员加倒落，我就是爱乖乖忍受啊。那是为了啥？那是为了你林崇贤尔。啊！啊！你当什么？二长讲，你再走，你要搁强要改，伊歹提来，啊！你就歹提。我你做的是你五毛一下打落，赠送机会，免少说，免听实话。我来爱提来，跟你批落，那是要咩啊？我是要过，我搞未使无过啊！我今年三号加咩？啊，过来。我要去医院来看看啦，我老妹，电路啊，我他丢到啥，有他丢到啥，对哦。啊，你即摆拢全面执政咧，连你家跳来比母袂好势，甲姨丈来比，大家袂好势。我想无你啦，啊，我来想无啊，啊，我是搞这只搞钱钱啊，甲你给。你来等到两年，我该做代志去做，无该做就莫去做啊。啊，等到落来无权的事啊，坐伫遐啦。你话啦，看到台底，阮后边咧，伊一三日叫我提提号呀，妈你啊，你都要搞叫要搞啥？一输啊你啊啦，伊加工无济啦。啊，社会就是安尼尔，但你无权的事，就是无权啦。以后我听见大家在自主在吵，拢爱去爱怎么做，伊就我加无你啦。你搞唔好，你不要叫恁五毛议员倒啊倒，倒赠送议会啊，直接听议会，免免阁小做。你有法度做啥？所以讲啊，你要好好去用啦。即届啊，我讲听恁五伫跋筊尔。你老议长，老议长你啊，阁无是毋是我新议长？啊，阁落来，哎、欸，黄世超，即嘛你讲？馆长啊，你也知即马一个新的东部伫倒，你知？这个新的东部伫倒？啊，所以你要是讲恁五伫跋筊，安尼伫跋，哎，你也卖讲你出来讲，即届，哎、欸，即届恁即届啊，即届恁民进党注意伫选举时啊，卖你出来画画者吼，哎，输者愈苦愈老了，拄啦，恁五遮好伫跋筊，啊，该在你去就你卖出去都死啊，你知？恁啊，你爱去了？伊爱运动，关门你才有哟。
二暗公门，遐有一间啊，漳州日报，何信先生的领导，领导宜安县的议会议长，领导民进党的议老头，大家拢伫遐，哎、欸，里面外国人都给你夹起来啊，跟我一样啊，坐在这里啊，站乖乖啊，啊，我就在这见好意跟你讲啦。你莫踮咪想讲，恁家己咧播咧，咪去讲讲。恁坐落来，恁用平台去讲讲就好啊。发大盘无事，讲讲就好啊。啊，来舞个是大舞个，你做。我是讲我有这个经验啦，落选有这个经验嘛，跟你讲啦。人白菜，你干咪偷电两字，伊要跟你播啥，你要讲播啥？啊，你莫踮咪想讲，你做你上大啦，公务员迄阵够大啦，遐胜过你啦。我好意甲你甲伊头讲，你爱准备者。好啦，公园这搭我唔知影，院长公园这搭个。迄啰馆长吼，头拄仔阮院长讲个呢吼，讲个议员偌好拄偌好啊，小组偌好拄哦，我拢无好啊。人家讲诶，啊做平面拢真好啊，有好康个所在。哦，馆长啊，啊我拢无好，啊结果阮一个吼，院长小弟仔讲，啊你有头路免讲啊，未去找遐有好个即单位啊吼，这是题外话啦吼。反正哦，他拄仔你只讲农事部分哦，我是赞成讲，卖过去遐拆啊，哦八成个还佫百几间吼，迄是正常个啦。百几间卖过伫遐过啊，恁去讨论了看，百几间要哪来处理吼？卖有个有讲拆，有个无拆吼。我是认为吼，拢卖过拆，是安尼讲卖过拆。你是八十九年开放自由买卖了。违章的才会这么多，到这么多人去。之前八十九年以前都做产人去，八十九年你又去给人鼓励，你鼓励，你没话头前，你没话有的无。我是讲这恁去甲建设处的哦，交代一下，看要哪来处理。即摆人拜托我拢无半件，拢无变半件。拜托我迄件拢拆，拜托我拢拆啦吼，拜托别人拢无拆。啊，我也拢去登记讲恁当时要去拆哪一间，啊，结果吼，有诶拢无去拆，迄拢拆。迄拢白去啦，我是感觉馆长你这交代好啦，迄进前个啦，八十九年进前自由买卖，啊以后莫搁底下过啊啦吼，这第一点，第二点吼，我是讲建设啦吼，馆长啊，阮这属于南区啦吼，南区会使讲县政中心遮珍惜啊抗争啦吼，科学园区啊抗争啦，阮遮抗争拢土地上好个农地拢去用珍惜去啊吼，宜兰大学吼。啊！会使讲清华大学，我去做议员就甲老馆长讲做袂成，这报纸好看。我相信我即个选举也提出做袂成。我一直迄阵时一直要伊讲，赶紧宜兰大学接落较好势。即摆就是安尼啊，宜兰大学讲要做啊吼，你土地也创袂好势，甲呾阁袂好势。即摆十六年啊，老师从八十九年甲清华大学备忘录甲呾吼，八十九年甲呾十六年啊吼，十六年阁还袂成好势，规划好啊。只啊发臭，我拢住遐，对啊发臭真歹看。监管你若无人要去管理，啊到底你的馆长入来，安尼甲我答到，馆长入来有法度，就要开工，开工就是起厝啊。发这只出来了，你看有法度？过两年话有法度无？安尼就好啊，好无？啊，陈局长，啊感谢林议员的指教，只要议会有共识，啊我保证一定会开工。我啦，当拢恁的执政党吼，过落来吼，科学园区即马入袂一间尔吼，一间迄大楼拢还袂入袂，迄土地你看，搭十几年啊，十六年啊，科学入袂一间尔，剩的厂房是政府起的，要租人迄无话讲，我希望科学园区吼，你那落去运作嘛，着爱运作，买无入啊，你看迄好的土地放置啊，阮南平即马吼，物价吼土地拢很珍惜，啊恁会晓？农事歹风气，也要治市地重划，也要重划，要赚，管政府要赚钱，啊，百姓损失了唔知啊吼。过来，阳明医院吼，阳明医院的部分吼，我会记得，咱蔡文总统要选总统的时阵，有去阳明医院新的校舍啦吼。我相信由前由世坤院长吼，甲迄个罗东的病院名甲无地好听啦吼，讲因执政就可能决定要来啊。在你的想法吼，咱的二十几个，在你这两年来有法度讲一顺片落，还是来动工？你的感觉有法度做甲一顺片？执政党拢恁个，国会拢恁个，有法度。啊，咱的总统虽然
只许人阵只讲，伊起来无什么发布什么话，伊要来做也无，伊拢无讲，点默认表示去到迄个所在，就表示讲，恁家支持，恁议员家支持，选票较好，我决定家支持。有法度讲，自你这个任内，伊先骗落哦，国会伊先骗落中央，你来看有法度。啊，台湾主席，啊，林议员这个指教，我会记得顶工咱啊，这个有关于咱市政的议员拢有对反映吼。我安尼报告啦吼，啊，目前立法院几个小组啊，几个这个委员会差不多拢有这个共识，啊，而且拢已经有分别啦，啊，做相关的附带决议，所以应该伫106年度的预算，因为最近都要调编啦吼，中央预算，啊，所以咱希望讲啊，最近咱管政委先要求吼，阳明大厦的这个部分要召开一个专案会议，将这个新民义区。甲伊整体计划要提出来，迄完整的计划啊，都是朝雕向即个升级为医学中心吼、哦，所以这个部分啊、应该上班第106年度中央医生都会看到相关的计划啦吼，伊、哦、这是延续性的吼、哦，啊你讲的这个即马阳明大厦本来应该是后计划都爱刷入去啦吼，啊原来变的医生嘛无够，所以即马先追加。就是原来这个20亿其实嘛无够，吼、哦，所以伊即嘛要追加，到九月底才会当刷入，吼、哦，所以这个部分拢是啊，这个啊滚动式的伫检讨，吼、哦，这个部分应该咱若讲看到短期的，到10月底，你就会看到一个初步的这个中央的决定。好，感谢馆长吼，过来就是讲，过来问宜兰河，你袂使生气啦吼，宜兰河甲东山河差对比差一下吼。这个人叫开吼，咱的副馆长也讲，伊要去视察的是，也要去淡水水沟底啦吼，迄是水，迄是河川的内底啦吼。我会使讲做议员，即马第三次的定期大会啊吼，我唔捌讲遮质询，唔捌讲馆长你讲，哎，无咱的秘书长啊，啊你甲找一个林世明同齐去看者，看要安怎来做，啊看现场会勘者。但拄啊陈福山，你就随安尼甲讲，啊无知我甲你换贴的，啊你拢无安尼交代，我、啊、三个会期拢只讲议员路，啊无人要插我啊，馆长啊，一心何忍？对啊，啊这煞来，我来讲啊，议员路是一条河，遮水的，比东山较好咧。啊你拢无要去啊，规划无要去啊，管理。伊50米，剩20几米尔，迄拢爱挖出来嘛。迄南沙坝爱做啊，新生起落来，迄做起来了，南沙坝无偌济钱嘛。你著刷落来了，大水落来，甲提提掉，啊，搁落来提提掉，真哩提一个，都袂落来宜兰河。啊，宜兰河上游河川桥即嘛做偌水只嘛，到搁宽啊，搁偌水，后搁无船啊，搁较顶悬去。我希望讲宜兰河会使交代者，啊，一工啊来会勘者，啊，河川桥甲桥来，再提提起来，啊，迄南沙坝甲做起来，以后刷来搁拜托你吼。较早子老师人做馆长一直甲讲，宜兰河套海直接通开出去外口。咱的咱珠安的较早迄大大桥啊，大码头啊，什么码头啊，袂个珠安遐一个码头，迄你会使讲 BOT 去甲开发啦，除了塞入啊，迄腹地遐块会使溜溜起来，做起来，我是感觉真正要开发咯。和宜兰一个真正好的大个所在，这你会使去想办。但你讲你执政，这点我也是拜托吼，会使尽量真正规划啦，爱做啦吼。过来吼，我是感觉副馆长，阮吼上游啦，比较大排上游，大概饮水，你要去看吼。咱个县政府个施工错误吼，后人做电梯啦，下边佫创翻工吼，这台湾全省可能咱县政府佮做会落，做甲。河船关了吼，河船关了，水拢袂落来。我希望讲真正即健康桥顶关吼，甲迄桥梁吼，无渡迄个渡洪梁迄，拍只落500笑落啊，水落会消啊，都袂淹啊。啊，你莫念念是讲这危险，较早土沟就会消啊，土沟溜深啊，啊，即卖就袂使拍。我希望讲恁拢看看都袂记咧啊，拢歹做啊。我见做风台大水就烦恼啊！迄我提互你看，从迄水来遐严重，我也拢互你看，对无？啊，搁上游啊，50年中位甲担，50年中位甲担，迄拢土沟啊，你要大排顶悬，迄也无只好做啊。我是讲副馆长啊，会使考虑看吧。我事后搁甲你讲时间的关系啦吼、哦。我搁
吼，较拜托你吼。即马就是安尼管理哦。我有阵时也去想啦吼。我呢，这个叫做宜兰中卫区，你知？宜兰中卫区吼，刚才还佫四亿外，1804年还佫四亿外的基金啦，中卫区的基金啦。这个基金拢倒来，你知？拢是咱县政中心的中卫的钱来，钱哪来？你知？是县政中心向准老首长馆长为着宜兰中卫区，拢无基金来买农水路要做，拢无钱啊！伊甲水利交，甲水利会甲讨，因为水利交就是农民所建落水利会，叫你建落恁县政府来市的中卫，无啊，市的诶无中卫就对，中卫区啦，水利交，到尾咱呢？老馆长想讲，哇，这看哦，这水利交拢农民的啊，伊去也讨，经过法院判决了后，3亿外、4亿外，全落来咱这个基金，咱这个基金了后，你哦要做啥？咱建南段要做啥？馆长啊，你有阵时啊，你就有哦，看挂遐啊，遐你也拢有做，拢基金内底啊，要摕就有。我是感觉吼，咱即摆时代无同款啊，变迁无同，希望后下中卫基金。拢水利交的，拢爱纳入落中卫基金内底，袂使哦水利会摕去。敢若二哥啊做馆长的时阵，宜兰市政府里遐水利厂话，水交啊拢无讨，因为是安那，乡村是国民党做馆长，水利会也是国民党唔敢讨，所以你两党的对比卖差啊济。馆长你简单甲我讲者，会使安尼，后下讨也免讨，后下中卫爱爱也免啦，你看呢？反正啊，答者，爱讨也免讨啦。啊，依法啦，咱啊爱饲的，我想爱饲啦吼。即头拄仔林议员所指教的，咱迄啰一计划啦，互因准备，因为即、這个你讲的是咱阿未去回勘，就去准备啦吼。啊，即再请副馆长，咱的宜兰河即个整体啊，有一个整体的计划吼，啊，即会带你去回勘啦吼。啊，中卫区咱议员从化，咱其实即个资源要真。啊，这个充足，所以地区附近呢，地水甲相关的道路甲相关的地方建设啊，啊，我希望讲地政处吼，甲这个啊，咱市公所甲这个啊相关的部门这方面，咱这个资源哦，甲留着，咱就是要做这个地方的建设了。把那地区的土。好，多谢了哈，好了，歇困了哈，好休息。
交警开二十几年啊，人拄啊掠牌啊，掠你安尼。来，我们继续进行议程哈。啊，请相关人员来列席。好，现在我们请黄议员跟陈议员来联合执行。感谢哈，议长啊，你馆长哈，啊副馆长啊，你主笔哈，各可是的局处长哈，咱各位同仁，大家早，大家好。那个馆长啊，在整个咱的宪政报告的时阵啊，你的宪政总报告的时阵啊，其实我无啥爱去看啦。啊，这个刚刚我就较闲，你知道？我就蒙现你看。结果呢，馆长啊，啊，你唔知道你注意你的宪政总报告，了无新意啊！人听人你讲的，啊，迄是我是实袂使讲这啦，因为我对这个吼，你伫第一届你伫，我这看我看到这到位啊，你知道？十七届、十七届、第八届、第。第六届，第六次大会的时阵，甲呾，会使讲吼，拢是抄来抄去，反复滴啊，台底物啊，拢是抄的啊。啊，有的啊，我咱讲实在，看看的，不堪忍受啦，馆长啊，你唔着去看无啊？你有咩注意啊？你迄是你的团队，你的团队就是这款的，内底啊，卡讲嘛是核能啦、反核啦、啊保护家园啦，过来滴啥，上重要的。你靠来讲的环保教育，就是迄个，你的环保教育啥物啊？你知？靠来讲福寿螺啦，啊，过来就是讲除草剂加，啊，过来种绿能产业，太阳能、水力、风力、水力一个风力啊，生殖产业去地热啊，去打，嘛是无领也无加零，啊，过来就是讲哦，你的迄个培养生技迄个生技医药产业嘛是抄的。每年都是这样呢，结果要怎么做呢？看他还不知道。再来，你说五大社会安定，你说哦，这蔡女士提出来说安心住宅计划、食安计划、社区照顾、年轻计划、治安维护，你真正拢做有够吗？馆长啊，过来，我看我买啊，上买啊，会使讲规段拢是抄，一字无漏，甲抄过。馆长啊，过来，你的迄、那个。建构韧性城市啦，吼，过来规划线性城市啊，是前后对调，结果嘛是抄来抄去的，当年你也抄够有意思。馆长，你马上讲一下，对你的宪政总报告，你马上讲一下。迄天我是无用无来啦，无实在吼，咱讲实在，对你这执政哦、啊，那七年话，你那做了啥物啊？你马上讲一下。请问政府你啦？啊，第一主席邓议长，啊，感谢邓议员的指教。啊，市政本来就是要有一个啊，这个完整的规划甲愿景吼。啊，所以邓议员他拄仔讲的可能啊，你连续看到的啊，这个结构啊，大体这个方向拢真共款。啊，但是真济的这内容啊，除了咱有这个短中长期的这个市政计划，啊，其实伫市政报告顶头也是叫做纲要性的说明啦吼。那咱看啊，市政的表现不只是跟咱看市政报告的这个纲要，还佫看每年都提出来总预算的这个市政计划到底啊安怎做。其实十二乡镇市也好，也是讲咱要建构咱宜兰成为一个幸福城市啊。伫啊，真侪的这个相关的面向，咱其实是拢完整的一个准备啦吼。啊，当然。哎，你讲我知影啦。你整个结构性就是这样，可是里面细部内容内底是抄的俩。欸，啊，你感觉？我感觉这是真奇怪啊！啊，是恁的团队无用心啦。啊，我感觉吼，在整个宪政的时阵啦，我感觉你的想法跟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啦。啊，其实吼，真侪委屈的所在，我相信讲吼，真侪局处长吼，没办法达到你的需求啦。啊，你别啦，我若无了解，你的规模就是这样而已啊。
你这粒啊，这粒饼都是你安尼画的呀，啊画未出来五口的物啊嘞，看看无啊。对宜兰县未来的期许，啊，你讲环保教育，这几天啊这么重大的事情，你讲的大家讲的新新闻这一件事情，我难免再跟你探讨这样代志。我感觉馆长啊，你实在没用心啦。佮讲到好了啦，吼。在整个吼，顶天阮为着咱这家，恁这家在县政总执行的时阵，咱议会伫迄边为着恁的垫付案，我佫开一个程序会。结果程序会呢，哼，恁内底啊，内底有提啥物啊出来呐？有真侪是三月份的中央农委会三月的五月三日，农委会有一个这个加强动保护型能效能计划，拢总有75万，迄三月份就来啊俩。我4月15，我就开程序会，再来五月初几的时阵，我嘛为着这个大会，你若讲要提出来诶垫付款案，相信都刚提出来，议长嘛甲咱甲你通过咧。结果呢，为着这物啊，那一天交办公程序会再拿出来，结果呢，馆长啊，这是你的团队啊，三月的物啊都入来啊，啊你讲啊县务会议三月。甲四月中间没有线路会议吗？不是其他人，我甲你讲举例其中之一而已哦，关对吧？是你的团队拢甲坑，中央来就是不阿这无重要，坑拖底，我也才提到顿啊，是不是安尼？关对吧？你做何解释？邓议员所讲的应该我未去针对个案啦吼，只是讲内部的这个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上级来公文也是相关。咱政府的一个关口，咱拢有一定的这个制度在行。啊，我无相信讲啊，咱有迄个三月份囥到五月份才提出来。啊，那这来讲，这计划处应该都会去追踪。啊，那追踪无够，对计划处的责任嘛。啊对啊，我即摆讲三月一初一的文号来，农委会到了，就加强动保护行为效能计划。过来四月初那无紧。四月初，我4月15程序会要拿出来啊，结果嘛5月初3，吼，哦5月初3倒无所谓啦。过来，有真侪三月份呢，还是有3月30，反正啊，这正讲是你的团队啦，就是无关紧要。结果阮议会议长伫关心讲啊，赶快咱开这个程序会，赶快把这个垫付案拿进来。管路爱紧用钱啊！结果恁无关紧要嘛？啊，其实很多的时阵，我感觉大水库跟小水库，恁要去应用，恁要去应用。那7月份、8月份的时阵，够着临水追加预算，咪可以嘛？啊，这紧张啥物啊？我来讲吼，恁都无紧张啊，我咧紧张说恁这，所以啊，馆长啊，其实你也有咧啦，你的行政团队就是这样了哈。过来，馆长啊。迄天伫讲，就是讲罗东扩大都市计划，现在整个罗东扩大都市计划内底的5个的工业区里面，你把它抽出来，在5个都市计划里面，啊，你讲东车是迄个5个都市计划，伫咱88年的时阵，为着高速公路要通车，把5个工业区纳归罗东扩大都市计划里面，啊，即摆你讲整个罗东扩大都市计划，把现在重新归零，结果呢？你为了急着5个工业区，你今嘛个抽出来在5个计划、5个都市计划里面再重新再检讨对5个地方，啊、你蛮盖水的，关掉啊！大会主席，我会记你当议员应该任期不哩久啊。如果你呐对这个案有关心，应该爱真了解才对吼。5个都市计划内底工业区的检讨，地理馆长的手头就启动，我这个叫延续性的吼。啊，这相信应该当那些医生拢有通过吼。啊，这请陈议员再去看咱这个相关的这个计划。罗东的扩大其实真简单，当然是因为都市计划法的规定，我们用一个重大交通建设。我现在住在罗东，咱还够啊，这个铁路一当，还够有这个顶拿计划。也佫有保护区还袂开放，啊，咱现在提出来，基本上是希望讲大罗东这领衫，咱会当有机会去改，啊，去挂一领号。所以
第一迄当阵啊，我做镇长的时阵提出来，也是争取迄个机会，所以当时只通过叫做区域计划委员会通过说，因为高速公路伫东边来，我们讲是大罗东，所以爱伫高速公路边遐个围道过来，再当有迄个叫做罗东扩大都市。所以如果你若有了解都市计划发展的过程。啊，所以当然你伫地方面甲我讲真济啦，讲我多里多位啊，多里多位啊，多里啥人啊，即个故事你硬讲不哩济啊。伫遮技术厅，你有在来佫讲一解？我讲实在，都市计划你爱有熟悉，我你若无了解，我感觉做一个议员，佮而且你是罗东一个议员，我嘛了解，我感觉你对罗东人真正无公平，因为你唔捌罗都市计划，啊，你嘛对罗东无法得，无了解。你们这侪个议员有争取到罗东什么重大的一个方向，爱来准备。你话你车坐啦，我跟你讲啦，你罗东镇八年了后，罗东镇做县，做镇长，你去马来西亚做七年啊，七年的县长，你对着罗东镇你做啥物啊？我嘛看无你咧做啥咧。啊，你现在在急着什么？光宝区迄地本来讲个产专区，产一、产二、产三，变都伫遐。啊，你去嘛，急着要把它搁去提社会。关掉啊！罗东五个了都是计划俩，公保区金马城记录迄个啊，迄嘛工业区俩，啊你是让白金急着去开发呢？你起码放任在那边，关掉啊！对哇，迄嘛是五个的工业区俩，啊你是要白去做？啊起码放任财团底下企业什么保养厂、土地，连我人记录现在两条。两条水利沟，起码拢无去啊！水利沟原本是使用俩，管住啊！你敢唔知这样代志？啊，即马遐农民按怨声载道，无食啦，甚至水无食落，人家前几到监察院啦、啊，管住啊！你有了解这样代志啊？你着急着要去做遐工业区，罗东边啊，这光宝区你着歹去开发。所以我讲，陈议员，你无采遮济个议员，应该爱深入。罗东都是计划内底的工业区，即马村五街这边，甲保护区叫做公保变数，咱即马申请，啊，即个内政部的这边本来无同意，吼、哦，伫七十年来，咱去突破。我比你较了解啦，我来讲馆长啦，公保区在你馆长的时阵，咱开发差不多完成的啦，财务结构都 OK 了，结果呢，你一起来的时阵，你讲哎，袂使这样改变，变更事实啊。议会这边的钱嘛拢付你啊，结果呢，你的公保区变来变去，好啦，人无要紧啦，馆长啊，你是急啥货啊？是安那迄块地紧要去啊通过呢？对不？那人气路迄块嘛是工业区啊，迄块是安那可以再重新开发。陈议员，你是安怀要紧？你若讲要紧，我请你先去问李馆长，李馆长甲林副馆长的时代，伊是那要变。你请你甲问我清楚，再来跟我讲这条代志，好不好？我今日甲你讲，人气路遐是蛮重，这是艺术厅，是直播的。我甲所有罗东甲五家乡亲报啦。如果这个代志呐，就单议员所讲的，是伫我的手头开始讲的，开始做的，我落台负责。啊那，唔是，你都表示负责。我表示负责啥货啊？无。你落台，你来讲了唔对，你落台啊！你台。二六，我要去宽裕问题。做议员伫遮质询是咩？有所本，袂使凊彩搞污蔑啊！讲我什么急啥？你急啥物啊嘛？我说政策上的延续，先后顺序，公保区马上先开发。先后顺序，无要紧啦。陈议员，我是讲请你了解一下，罗东五席的议员，
你那如果照顾劳动人的权益，你这几年来你捌咨询讲啊，搭保护区、工业区，为什么中央一直拢袂予咱过？啊，这个过程真清楚，当当时。地老管定为秋桃，光宝区为什么到现在不能开挖？你过去看那个桂田，当当时老管定已经上个内政部，他是开发许可制，嘛已经准了。因为这个代志，第九十二年，管定啊，九十二年的公告。这我时间好，我嘛真了解啊。你先解释，无你书面来解释都啊。你书面来解释。但是我希望讲，你书面解释，管定有没有跟你说？你书面解释，你听有好不好？你书面解释，我起码跟你讲，劳动镇的光宝区。是我做议员，甲大官一直急着在开发，结果呢？金马老馆长迄当时那是开发许可制，是李馆长甲变改为区段征收方式。迄当时那财务评估要安那计划，都差不多快要完成了。李馆长，迄当时那没有继续连任，是咱林大馆长来时阵讲，咱重新再检讨公保区，因为水网计划要甲弄的。结果呢？你免得紧张啦。所以你即马有个误导。我什么误导？这个事情，中央、国民党之前，你哪听得对？内政部营建署为什么当时区段征收没有过？关掉啦。是因为碰到大埔事件。有时间我也无剩偌济啊啦。不对，我现在讲这个代志，熟悉跟他一个尔，是因为熟悉你个水网区段，所以你搞错了。区段征收内政部不同意。所以我们用一个公益性跟必要性在五届的水网计划、欸。所以我未讲错咧，你紧张啥物啊？当初就是讲你在变更的时阵，你个水网计划在拿出来的时阵，迄当初啦，大埔事件在发生了，结果呢，内政部迄边才有意见嘛，是不是？管理嘛，所以公益性必要性的时阵是地理的引来发生的俩，所以造成现在公保区还不能实质在开发俩。我依照你水网计划，迄种啥，你也不要放进去的时阵，我相信早就你开发啦啦。馆长，不要那么紧张嘛，你任期还有好几年，可以做很多事情啦。啊，我一个公道证也就好啊啦。啊，公办自办，他宜兰个咧啥，嘉义休闲农业区啊，到现在是要公办，咪要自办。啊，你哪啦？几年啊？你还瞧不拢？对不？东车时信誓旦旦讲的。这个对医生，那我们要公办，那无过的时阵哦，咱就没有自办，结果造成腐坏关系，阮议会大家拢有真侪意见。结果呢，林大馆长到底现在打开休闲计划的计划去是爱公办了自办了，啊，你甲打瞧不拢，嘿，你妨害地方的发展呀，行啦，到底行啦？林先讲，第二日当说补选的时阵，有人你阿公讲，打高贤啊，打高贤啊，但是打高贤啊，你嘛介绍我听，你知影打高贤这个代志啊？我听啊。会记完啦，啊，无好啦，那就讲真个啦，就事论事啦。啊，到现在是变个公办了自办，你现在瞧不定嘛，所以你急嘛，要到现在不急，所以讲你急，急嘛急，啊，我讲很多事情不要急。过来啊！远雄地打开这个开发有两个开发案，起码让试验成功啊！到底什么原因嘛？那你赢阿叔啊，馆长啊！我讲这你不了解，你问副馆长好了。好啊，到底是要安那？远雄那试验成功的时阵，你要去不？馆长啊，你马上打包一个。啊，公办自办，你马上打包一个。打开休闲农业区啊！要来休闲计划，要来度假区这啊，哈，是要公办了自办？我今晚要跟你讲好不好？你就是要自办嘛，对不？要自办，早就好去自办啦、啊。啊，今晚没完成啊，对不？几年啊？四五年啊俩。关键嘛，拄啊跟你讲急啥货啊？你都遐无欢喜。去讲一个收入金的代志啦，那么放我看一下。1901年的时阵，馆长，你信誓旦旦坚持收入金年检出宜兰县申请事件啦、啊。啊，你先嘛嘞，对收入金年检出，你现在还坚持吗？你有坚持无啦？
坚持我来娱乐啦。有啊无？对，寿司每次要进来，你要不要零检出？对吧？现在肉厂一定每年嘛，牛肉咱食无较济啦，每次咱食较济啦。到底你要零检出啊无？你伫媒体讲的啊，讲较济啊。去当初来讲信誓旦旦啦，我依然讲着零检出。你现在要不要一检出啦？我们现在还是呼吁。咱看一下，你看意大利的新闻报道。啊，守住食品卫生管理法当中，啊，现在零检出的这个法条，那我们地方政府也会遵守法令来啊，这个为我们民众来啊，这个守护健康的这道防线。啊，就目前我们说还没收到行政命令之前，我们还是遵照现在零检出的啊这个要求，我会要求卫生局还是全面要去稽查啊，凡是啊可以检出瘦肉精的这个肉品，一律要求下架。然后要肯定啊，这都你讲的啦。现在瘦肉精的问题，现在美牛你开放了啦。你起码现在我们在宜兰县查的话，那个商店标章，啊，我起码。那个够健康的宣言啦，我坚持一贯立场，跟以前的哦。第一，管定嘛，坚持瘦肉精零检出；二，坚持瘦肉，不，现在的肉品业者还有餐厅供应的肉品，都不得检验出瘦肉精，否则就要下架、摧毁并罚款。三，坚持为了县民健康，宜兰县一定可以定比中央标准更高的原则。管定嘛，我懂不？可以吗？可以的话，你点头，你签名一下。我来讲，你真有架势。咱讲实在，有啥签嘛？好的，你讲。加。管定嘛？无啦，你签袂落啊！你今晚唔敢签袂哦，管你嘛。感谢陈议员的指教。我咧写对专案报告，我已经讲过啊，吼，因为贵会已经有一个专案报告。伫遮我袂去配合个人的这个咨询时间去做这种这个相关的动作啦。但是，我伫秘书厅的损失也是赶快。管你嘛，你若无变就无要紧啦。第一个。我们现在还是坚持瘦肉精零检出，哦，至于开放什么猪什么牛，其实我们立场一样是一致的。所以，陈议员，我希望恭喜大家拢爱安尼啦吼，不要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那是你啊！等到习地美牛发开放的时候，我就没有看到你这么坚持哈，这是我比较怀疑的地方了哈。哎，我嘛坚持啊，你当我同意啊？但是，我同意零检出啊。但是你没有在这么正式公开的要求了哈。不过。我们这个自治条例我也会请卫生局就马上拟定，哦，因为这是地方自治的权责了，哦，这如果说大家都有认同，那我们就送到议会来审议。其实这个事情大家都不用去互相有什么去中做这政治考量，如果对我们县民的饮食习惯大家感觉有余力，为何食品健康这本来的那个宽节啊，这哪有什么政治立场，健康只有一种而已嘛，就是人，你就是人，啊，这个标准就是安尼，未分讲你生就较唔惊死，这个男都较。那是你讲啦，我也不讲啊。对，我即马讲就不要有这种政治立场，我们就是一致的。我来讲，我无跟你讲政治立场的问题，那是你讲政治立场，我来感觉真奇怪咧。为了瘦肉精有政治立场吗？你当初那美牛来零检出，我嘛支持啊，对不？啊，你现在说什么政治立场？到现在我根本一点点政治立场都没有，我为着咱国民的健康，哎，做这已经检出啦。啊，尤其咱整个吼，会使讲咱宜兰县也是到咱整个台湾，咱饮食习惯会使讲，第一外国人吼，跟比例起来的话，在整个咱的猪肉的吃的比例吼，会使讲真高啦，会使讲一天至少有1.8份以上啦，不管是儿童啦，咱的迄、那个。会使我有去查一下啦吼，咱以新南国小在这个四月份的菜单做例子啦吼，这个扣子学校教学蔬菜啊日哈，14天里面啊，14天里面总共提供了18道含猪肉的料理，你来看，观众啊，咱学生啊平时食的，咱的营养午餐，
十四天内底有十八道是含猪肉的那些的食材啊。结果呢，我相信讲，咱为着咱宜兰县的健康，县长啊，你来签啦。啊，你若不敢签，你是要跟人换官吗？还是要安那？我是唔知影啦。啊，你若假，我感觉你有假事，你才会该签啦。啊，这为着讲换官，这里问人代志啦。我对咱副县长啊，咱讲实在，副县长啊，你今仔坐伫遮，我来感觉真纳闷啦。照你讲，内政部你今嘛都爱去啊啦？为什么信誓旦旦，台湾嘛希望讲他宜兰县有一个副县长去，要他去甲内政部、内政部上大个歌员啦，上大个部会啊？结果呢，你家己讲你要退出，我感觉唔是安尼啦。有真济代志，咱讲实在的，宜兰县的痛苦，可能人家需要你，还是什么问题？我感觉。蔡英文哦，小英总统啦，对你会使讲，伊照你讲，他要希望你去成长，对整个咱做汤科这代志，你汤科现在做了真好啦。今仔宜兰县若无你做汤科，是一盘散沙啦。我拄仔讲一个较近嘛尔，哇，都人都挡袂掉啊，都要叫人来比辞职啦。我唔敢辞职啦，啊，我若辞职，我即嘛是无舞台啦。啊，我还要对宜兰县的县民。对罗东镇的地民来负责真济代志，我唔是做穿人，我就要来辞职。你若做安尼，你要辞职？辞职啥？小英总统等你要起来哦，是不是安尼？哈哈，我感觉这人有政治目的的，都来为着美牛，我就没有政治目的啊。是啊，人有政治目的要来害我，啊，为着你，可能有真济咱宜兰县的代志，不管是公安的，要公办自办，过来远雄的代志。过来劳动，宜兰县整个，咱讲实在，宜兰县空屋比例，电工馆长嘛，你讲的，空屋比例这么高啊，是台湾省澳电多少的空屋率是上济的，结果呢，咱大楼这个大楼这只嘛发这济，啊，就空屋就这济啊，叫你讲怎么空屋率把它减低啊，馆长啊，急什么啦？这是你急的啦，我没得急啊。空屋率你怎么去减少？还是你为了特例？搁回搁讲倒转来，宜兰新人啊，新新闻去甲你讲啊，你讲真不满，反正嘛，我嘛建议你，你去甲告，一定要提告，对宜兰县的诽谤，你做会到？我相信你也做袂到啦。这是宜兰县长久的问题，陈定钦在里面在内底讲，这是我无法度早期的代志。你即马为着讲诶，啊，顶年才发生这种事情，即马才要加严处理一年了。馆长啊，你进来了几年了？你来管路，住下几几年啊？佛法会容济是伫老修行的时代引进进来。让李国华馆长无法度为了这个费容器的问题，人一直命令，人费容器都无入来。结果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用佛法盖入来，结果费容器甲胶安尼石灰碳粉，你有去监督这里哦？啊，我相信我也不知啊。新新闻要是没有出来的话，因为我不是住罗东，我也无伫东山所，我相信讲。真侪人去甲你环保局反映，结果你环保局是安尼，你讲即卖要加严处理，早就发现了啊！为什么现在才要加严处理呢？馆长啊，啊你伫想啥？啊人伫阿公讲可能迄个啥门神换啦，哦啊这也变安尼啦，无这新闻应该袂出来。我也不知门神是啥物，我也感觉奇怪。馆长啊，新兴的文这种事情，你要去也提告无？你要不要向他提告？甲咱宜兰，咱这个市宜居城市啊，甲咱讲到无一块火，你敢宜兰你敢住吗？馆长啊，你嘛敢讲一下无？对这佛法盖的事情，你认为怎么样？请说明。主席啊，谢谢各位议员、李氏先生哈，也谢谢那个陈议员哈。那个陈议员，我想刚才讲的是那个事情有一部分是那个要在这边再补充说明的哈。
那个肺溶剂跟活化钙是两件事情啊。那的确在这个吕国华的县长时代呢，业者啊，在那个法律许可的条件之下呢，他们仍然拒那个这个拒收，就是之后啊自主不再收这个肺溶剂啊。但是事实上，在同一个时间的活化钙其实是一直都是经济部他同意的，包括肺溶剂都一样哈，都是经济部同意的再利用事项啊。所以对陈议员提说这个肺溶剂停掉啊，活化钙继续使用这件事情呢，其实历来一直都是这个样子，这个也在经济部保护的范围之内哈。局长，那所以呢，肺溶剂跟活化钙呢，事实上并不是两个。那个一个换一个的问题哈，所以我想陈议员可以再查得更清楚一点。我查的，我跟你讲，对，虽然我不是环保专家啦，我数据我蛮一直去查证啦哈。对于这个废物你的处理技术啦哈，有真侪代志，局长、馆长、废溶剂人伫收回时阵哦，对整个这个处理事情，臭屁嘛有啊。阿贤呐，你为了这个环保空污率，咱宜兰县这里、那个。查了，你讲四十次是超标，一天不能超过四十次嘛？你想怎样？你的盲点在哪里？啊，你现在不会讲，你是去年才反映，现在才要说加严处理，到底有什么原因？啊，你讲在整个废物你处理这里啊，水泥这里，咱整个的氟化钙，咱台湾的每年那个电子业啊，你哈产出来每月的产生量有多少？你知道吗？兄弟啊，局长你知道吗？我相信你管理人不知道啦，在整个伊安那的哦，咱台湾那的高科技板每月的使用量哦，可满产生量哦，一万两千几吨，一万两千多吨啊，公吨哦，诶，氟化钙的污泥产生啦、啊。啊，你这里在新新闻里面呢、啊，有一篇的报道里面，你有提供一个数据给他啦，所以整个那的水泥业者的工，新竹水泥每个月处理量是2500吨，过来台泥是3506吨，过来信达水泥是2000吨，润泰是2500吨，拢总1050吨，会使讲90%的氟化钙，咱宜兰县变成为咱那个废溶剂，咱所有的电子产业，咱最大的厂商，关掉啊！咱宜兰县讲要好山好水好空气，结果呢，你允许这边？文化的环保局也知道了多年以来的诟病，你现在不会紧呢？在你现在的报告里面从来没有只字未提，啊，今毛新闻提出来了，你在讲啊，我们来加严处理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所谓那的电子产业废弃物拢摕来人家收，管定吧？你马上讲一下，到底局长跟你讲这样代志也无啦？你知影不知啊？啊，陈委主席，感谢陈议员的指教。咱宜兰县对空污也是这个空气环这个环境品质的这个各项的指标。啊，大概每一年，阮去环保局访视，大概局长拢会做这个全面的报告。所以，伫两年前，咱发觉这个数据啊，感觉啊，这个代志一定要有效的处理。啊，因为你要求厂商，咱伫环保的稽查内底，国家有国家的标准。你就要要求有一个加严标准了，不是说我今天说明天就可以马上就定，你要有一个预告的时间哈，就按照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而且，咱对着这个所有有烟档爱排放的，吼，也是有水爱排放的，我们都有一定的这种标准哈。所以咱起码宜兰县整个对于这种环境的标准，宜兰人要求较高，所以我们这个加严标准是这样的基础。第二就是讲，即马地区边的报道内底，其实较大的问题叫做臭异味。臭异味就是讲，迄种的国家的标准啊，伊即马这唔是用这个仪器去检查。哦，咱过去去处理这个群畜粪场，拢有这个问题吼、哦，所以养殖牛这个一直拢无法度处理。所以基本上，伊即个这个相关周边的住户去反映这个代志啊，咱即马加强的标准，除了拄个讲空污的标准以外，臭异味标准
咱嘛要加严，而且咱加严两年前都已经加严。在整个新闻报道里面，我拢看到这个数据啊！啊，你要去加严处理，是恁顶年都要去处理啊。两年前，咱臭意味，臭意味，咱都已经有一届。啊，我跟你讲啦，关友啊，你请坐啦。我感觉你嘛辛苦啊啦，吼。对这个废溶剂，也是讲废污泥，也是废啥物啊？这是咱宜兰县长久的问题。啊，你是安那容许？容许那个水泥业者一定要参选，应该是安尼吼。我跟你讲啦，嘿，人我跟你讲啦，我们也可以去禁。对对对，你头拄讲，你头拄讲重点。啊，你是哪不去禁呢？不是讲不爱去禁。啊，你是哪不去禁？你头拄在讲这个代志，你头拄讲这个代志，我过去拢是伫局的管理。即个因为这种报道，迄天像薛议员就足清楚，这些水泥业它除了烧石灰石，还烧什么东西？如果烧什么东西？即嘛就是讲，咱有一个问题，咱的焚化炉嘛，伫焚烧垃圾，同款的标准，吼，啊，伫同款的温度，同款的防治污染设备，咱要共禁，哦，咱你也徛会知，咱是徛伫这个问题，所以你讲这个部分，咱要求即嘛就是由环保局这边提出，如果，吼，即我来都讲，简单上简单的例子讲，咱即嘛要求环境品质，咱希望大家。像咱即摆汽车同款，所以这个标准来要求出来。你讲的什么款未上修，我都来加紧。这个部分咱是爱做个真科学、真正确。这个部分你才紧会起来，无你即摆伊用经济部还是讲国家的标准，你加紧，到时咱这诶这个命令煞无效。所以是爱采取有效的这个做法。其实，在整个时阵，阮以为阮嘛去同意，你要提出来了，阮拢唔知影啦吼。啊，是伊一个新新闻出来的时候，阮就知影了。你讲氟化钙这个事情呐、啊，它现在每天的产生容量，因滴铁地做水泥制品吗？是咪做水泥制品？氟化钙呢？这里。报告陈议员哈。事实上，在所有的这个再利用哈，可以参配到水泥里头呢，来自于两个部分的哈，一个部分。我今晚把你氟化钙先来投啊。哎，那个是经济部公告可以加到水泥的。公告可以嘛？它的水泥的产量要混寡些，坑寡些，是不是啊？它有一定的配比，那个那个配比，哎，我不会超过百分之，应该是不会超过百分之一的哈。不过这个部分，我想必须要哎知道这个制程的确。百分之一，我来讲了哈。那现在它的总产量哦，那每月它烧了这么多百分之一的话，它有把所有的东西都在水泥制品里面吗？我来哦，搞定吗？你要去查清楚了啊！我以马工政风单位，你要去查查进来的东西，我们废弃物产生了这么多，到底下面全部放在水泥制品里面吗？哎，我干嘛？这是我疑问的所在啦！啊，我希望讲环保局你要用心啦！我看你平时要用心的，对整个空污三位头头是道，结果呢？谢谢陈议员的夸奖，我真的很用心。你什么都不知道，弄不清楚，对不？你的工具不够，你的上面不够，你要去查。我干嘛？小弟嘛，阿是讲有什么可疑问的所在啦？我干嘛这么是干嘛真奇怪？烧遐久啊，我议会我这么才知影讲有这样代志，明仔才产生啦。啊，我希望讲，小弟嘛。对于他们的废弃物产生可以回收再利用，他每天的污，每天的回收再利用，是不是全部在我们，在我们水泥那个水泥业者里面啦、啊？啊，对，不是要实施啦，不实施，我讲管定嘛。你那边叫我是唔敢啦，小英若讲要叫我派去单位啊，你来使，我就他来实施啦。啊，你讲对唔对？我相信讲数据可查啦，管定嘛，你不要那么紧张啦。急什么啦？人气路的事情，我来讲，赶快开发嘛！过来远雄的事情，啊，公保区还得自要公办自办这个事情。啊，我希望讲，对整个吼宜兰县的代志，我来讲，今天最倒霉的是啥人？是你现在是副馆长啦，副馆长嘛。人讲实在，我嘛只是讲啊，你讲恁家做个遮好，结果人是要留你伫遮啦，唔是要叫你去迄个啦。对你很不公平啦！啊，我嘛是跟你讲啊，你可以了啦，可以功成先身退了啦，他退休啦，宜兰官应该要有别人他来做啦。啊，我相信讲对整个吼小英总统啊，欠你真侪啦，是不是？啊，是副县长，你说明一下，到底是安那？
40遍福利啦，一分钟给你。首先谢谢陈议员的指教意见哈，那么谢谢给我这个时间。陈议员一直以来对于宪政很关心，但是呢，我在这边特别要提出，刚刚你有讲一个说罗东公保变租，有因为水网计划才延宕，错，正好颠倒。今天没有水网计划，我讲你来建保，我来讲，本来在水网计划里面，哎，那水网计划我来讲啦，是内政部后来，我来讲啦，因为他们质疑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变更案。我们才用副县长，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是对内政部长对你很吃亏的呀，所以你太深渊者了。我觉得啊，陈议员，光宝区的开发，你很关心地方建设，太奥利莫者了。你可以再多一点用心了哈，我们可以多提供点资料，你多看一看。你提供的资料就是给这样给我的数据，这样给我了，黑白颠倒，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一点。副管地方。你们提供的数量 给我就是这样了，但是你叫你讲，你根本就黑白颠倒啊！啊，你黑白颠倒啊！所以你哪天保定没去，我觉得不应该是非颠倒了，不是啦，不要把那个对的事情讲成错的、欸、副县长，那我倒觉得哈、啊，你内政部不当去的行政，那在这边我想我们不谈个人的人事问题，好不好？对啦，不是人生问题的，我刚刚哦。对你这个内政部长啊，没有去，我感觉很可惜的。啊，你起码要讲啊，要解释这里吼，光宝区开发整个案子就是说，能够记载啦。你们给我的数据就是这样。归你啊，罗东镇民的期待呢，五街乡民的期待呢，到现在呢，无鸟无加连，重商区现在人气路那个地方可以再实施开发，他可以走啊，而且那管路白走和。给那个菜场去那边盖那个什么工厂，结果呢，把农水利全部断掉了。你老爸去讲啥？副馆长嘛。啊，就基地遐要去把罗那个五街的那个工业区，本来归纳在罗东里面，啊，现在讲无要紧啦，你若无爱，我只好叫我给你啊，我家己来去补啊。那我呢，对不？不要急啊，太急不好啊。政府的存在吼，是伫解决问题啦吼。啊，宜兰县大家拢伫讲啦吼，县长嘛伫讲啦吼。啊，咱的三马小姐信服宜兰啦吼，这拢真好啦，就是解决问题啦吼。拄只阮陈龙是议员吼，甲恁讲的，就是要要求县政府来解决问题，予宜兰县民会当生活伫真好啊一个空间啊甲生活啦吼。阮当选议员拄阿嘛讲啊，讲一个社区宜兰县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既然一再的延宕，我们一人大家感觉讲安尼，真奇怪咧。那只说问题尔，啊，钱那会这么麻烦？我相信副馆长你的能力哦，绝对袂像安尼去放任啦。安那讲咧？因为这土地是建地嘛，土地建地就只好解决啦。各县政府的啊，100%的啊，啊，这咧来甲中央甲申请经费，县政府拿经费，各配合落去的时阵。家己的地啊，家己来起一个社区，也是里邻的集会所啊。安尼起好了后，啊，全部再移交予乡公所来管理啊。乡公所再搁移交予这个社区来管理啊。安尼规套都好啊。啊，谁哪会延宕到这么久？哦，原来就是县政府的人员换人太频繁了。换人太频繁，等于讲他本身的专业能力经验不足嘛。啊，另外过来就是讲，伊的自信心不够嘛。啊，我才拄来新来，啊，自信无够。啊，过来，县政府也没有很充分授权给他说怎么样处理啊。伊阁唔敢往上问啊，问若讲对，防恶露；讲唔对，防骂啊。所以讲，以上安尼看起来时阵，代志就变哩哩啦啦。所以讲，副县长甲秘书长，恁爱替县长入去处理这代志嘛，对吧？我哪会变到这个情形啊？呢，这个我伫宜兰市做市长时，我们就有这个经验的啊。民族集会所、宜兰市公所的土地啊，只要土地所有人签同意书、申请钱啊，管政府嘛补助啊，中央嘛补助啊，即嘛厝起好啊，活动中心拢利用啊，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啊。啊，怎么会延宕那么久？哎，本席觉得很奇怪，怀疑幸福宜兰是不是含假的还是真的？请县政府多多的三思。
宜兰县政府即马负债偌济，长债、短债、隐藏性的债务偌济？迄、那个财政处长讲者，总共。跟议员报告哈，我们现在目前长债部分是129亿，总共啊，短债总共隐藏了，对，225，225亿。好，请坐。宜兰县政府欠人220几亿啦，240几亿。啊，220几亿，好，220几亿啊，负债累累啦，伫全国的评比吼，嘛拢真悬啦，负债比例真悬啦。既然咱去出国考察，一个人开偌济钱，你知无？这上礼拜呢，哪一科是礼拜呢？计划处是不是？计划处。招标是不是你们招标的？请站起来回答，是不是的？是计划处办理招标的。好，第185年4月7日到21日，拢总12天，伊考察的时阵，该当爱去的无去，该当免去的对得去。我伫遐请问一下，计划处你们招标这个，你们的考察目的是什么？跟黄议员报告，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大概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绿能，第二个部分是托育，再来托育，第三个部分是高龄友善，高龄友善，这是主要的目的，还有其他的相关的目的。好，请坐。民政处长、邵处长，你考察的任务是什么？你有去吗？我有。好，考察的任务是什么？就是那个绿能发电。地能发电。绿能发电。跟我的跟公共造产的那个目前要开办的温泉取工事业有相关，有没有相关？有相关，有到冰岛看了一个那个地热发电的案子。你们是跟公共造产连结是不是？是。好，请坐。财政处长林处长，你有没有去？有，我有去。哦，啊，你考察啥？所有相关的，因为都跟财政有关，我们像我们有去发电厂、有机处理厂。好，请坐。那个计划处长、财政处长在核销的时候，他的考察任务是什么？因为财政处他都跟相关的业务都有相关，所以考察任务是什么？所有的任务里面，我问你，都是符合相关任务的。考察任务是什么啦？不管是哪一个任务，我们这一次出去的任务，他都是符合的。你白纸写黑字，你们考察任务的是智慧节电及地能节能啦，所以不管是在哪一个部分，财政处的相关业务都跟这次的考察业务都是有关的。怎么考察你们其他的？你是啊，假借名利去佚佗啊？我们县政府是一个团队，考察的业务相关内容，我们都是以团队的任务一进行考察之后回来，如果相关的任务必须要完成，我们必须要共同来完成这样的任务。你回去再翻资料，你不要狡辩。你的资料上面写得很清楚，核销上面，财政处林佳阳他负责收集智慧节电及绿色能源。你胡说八道！我讲错了，我负责，我一言辞职。我告诉不告吧？啊，你讲错，你辞职。教育处林处长，你有没有去？文处长有没有去？有，我有去。好，你考察的任务是什么？我考察的任务是有关于家庭中心还有托育相关的一些事务。好，有没有到幼儿园？昨天的行程有没有安排幼儿园？他们有托婴中心。有没有？他们有托婴中心。有的话，照片给我一张。他们有托婴中心。有的话。他们有家庭中心跟托婴中心，这是很明确的一件事情。有的话，照片附给我一张。OK， 请坐。社会处，社会处黄龙冠处长，有去吧？啊，你代打。有他有。有他对。啊，现在呢？他4月30辞职了。离职对。啊，怎么会这么巧合？啊，才拄去尔俩。我想应该身体因素，因为肿瘤的因素。那个也没有办法。
秘书处吴处长，你有没有去？哎，报告黄议员有。好，你考察的责任是什么？绿能跟智慧节电。乱说！我刚才套给你，你就顺着我尾巴这样说。有啊。你考察的任务是高龄友善环境呐、啊，你去问你隔壁的。我这边的资料没有错啊，计划处的资料也是这个啊。考察任务你要看，我这边有一张，这边有考察任务的单子。伊个囝，你来叫我看这件。阿尼，你是你考察啥？拿政府的那人民的纳税钱，你们考察在考察什么？考察的任务也不知道，你们去那边是什么？对爽的，对剃头的，荒腔走板呐、啊！主计处陈处长，你有没有去？我有去。啊，你们的考察点是什么？收集统计资料。你这都研究完了，他讲的是对的了。人事处，郭处长，你有没有去？报告有。你的任务是什么？那个业务单位所需要了解的这些什么利能地热，万一他要设计有些成立什么机构的人员配置怎么样？你起码你讲是啊，搁隔壁迄条你资料提了唔丢去啊？你考察的是人事资源收集研调啦，就这样子而已啦，没有什么地热的啦。啊，你知道？你的任务是这样，你去是对的啦。你若讲你去考察地热，又不对的啦。不是第一，是人员相关的人员配置。班长，很简单，就是人事资料收集、调研、调查研究。是，好，请坐。警察局长、高局长，你有没有去？有，我有去。好，那你去那边的任务。我想针对这几个我们参观的点的周边，包括一些的电厂，还有这个老人。你的任务是什么？有关于这个治安的维护的状况，还有交通的。你也在胡说八道。你考察的任务是温泉地热啦，是啊，温泉啦，跟地热啦，那是就是对绿能这一部分它的一个温泉地热跟警察所管辖的范围有没有息息相关，还是摸到边？因为它整个的安全的部分也是相当的重要。你要去考察地热还有温泉它里面的安全性是不是？你管人啦，安在丢啦。那整个县政府怎么会这样子？啊，请坐。消防局徐局长，你有没有去？报有。好，你的任务是考察任务是什么？有关绿能，能源的相关安全措施。你也没有做功课啦，我看你回来也没有写报告啦。你跟警察局长一样啦，也是收集温泉地热啦。你的责任是这个啦。我敢说，我这边说都是属实的啦。万老伯属实，黄定和一言辞职，对吧？门贵啊，整体的一个运作真的是荒腔走板啊！请坐。啊，地方税务局李局长，你安尼水扣干的啊？去遐考察考察什么啊？考察讲水库啊扣较济济咧，是不是？还是扣啥？没有，他那个主要是他税负的负担，他是很重，高税收高福利，有税收才有福利。你也是胡说八道一个啦，你的任务是温泉地热啦，赶快啦，哎啦，所以讲哦，你家己人管民团扣钱啊，都是拢唔对去啦，真真正正爱去学习去看人安那扣，安那来稳定所有的县民的一个稳定性。啊，好，每一人大家当安居乐业，啊，你唔是咧？你竟然去考察温泉地热，那个计划处提供的资料啊，也是荒腔走板一个啦，都是不务正业啦，开人民的纳税钱，假借名利，真理由，实在非常不应该。那个主计。请问一下，名单错误可不可核销？名字写错了可不可核销？主计处长，核销的三四个人的名单，假如有错误，可不可以核销？如果说再更正的话，是可以核销的。那没有更正，可不可核销？我们名字不对呀、
我们会要求说他更正了以后，原则上来讲，我们还是有没有化学道？他们核销了没有？他们现在应该是还没有，却还没有那个核销。到现在还没有核销。对，你的行政能力嘛，给你怀疑哦。没有，那要减负的事。今办公会三十包，四月二日就到位啊，已经超过一个月啊，还没有核销。因为要。啊，人厂商提无钱，是不是啊嘞？我们会尽量把这个钱那个给厂商，如果那个资料会请那个业务单位。听你这么讲，我就知道所有的行政能力，怀疑你们的行政能力哦。为什么？这个写得很清楚哦，厂商立后了一礼拜人物件资料几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们就要付款的哦，不付款厂商可以要求计价利息哦。21号回国到现在，今天5月30号，一个月啊，40天啊。没有，他那个东西送了，我们是15天以后才要核销。好，他东西没有送的话。提醒你啦，郭志炎秘书也有去啦，他那个盐写错了啦。你们写三点水，还有原来的原那个花园地的原啦，他是那个很远很远那个原啦，贵计万啦。好，这个我们会注意，对不对？写错了啦，赶快更正。好，这个我们注意，谢谢，谢谢议员。啊，他的任务他也没在现场啦，他的任务也是一样啦。温泉地热啦，你们应该加几句啦。温泉地热，收集温泉地热与县议会的议员来做协商，搁加几句啊？啊，你嘛在名正言顺，你在名正言顺。只知道去考察，一点都不用心。农业处上去，农业处长，防疫所所长，所长去啊。他的考察任务是什么？应该是跟这个，那里面有提到一些情绪早期处理那个部分的一些，还有绿能那个部分。你也是一样状况外啦，他是收集畜牧业经营管理啦。当然，防疫所摸到一点边了，但是它不属于管理阶层的经营管理这方面的了。由此可见，荒腔走板了，好难跨别落呀。这就是宜兰县政府的执行团队，幸福宜兰是要给全县的县民幸福才对了，不是给宜兰县所有的局处安尼真幸福啦。以上的由来，计划处。你花包的预算总预算多少钱？跟黄议员报告，我刚报告三个主题，每一个单位都要针对他的职权跟专业花包多少钱下去看相关的，他跟他有关的相关的任务，他都不需要看。我请教你，总共花包多少钱呢、啊？那我们这次上网公告的金额多少？我们上网公告的招标金额是480万元，预算金额。上网多少钱呢、啊？上网公告。上网公告的金额就是480万元。多少钱？480万元。480万。480万钱从哪里来？跟黄议员报告，它的来源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那个环保基金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本身。环保基金多少钱？一个是环保基金我们用的是285万2000元。然后另外一个是乡镇施工所给原山乡公所的补助款280万2000元啊，哪里280万？我们没有全部用完，我们只用285万2000元。那环保局另外有一笔是我们补助原山乡公所858000元，还有一笔是公共造产基金56万元，还有计划处本预算80万元以上。好，这样加起来多少钱？480万元。490万2000嘛，哦。480万元。好。那你们用480万去招标，是不是？是。好，那每一个人这样子花多少钱？招标的结果每一个人是157680元，47680块。好，很好。那我请教你哈，计划处是你们自己的预算对不对？是。那你们计划处有出80万对不对？是。好。那你们的计划说明栏怎么样叙述这个80万的用途？
我们的部分当然是会比较广泛的应用，跟市政计划比较有关的部分，我们都可以纳进来。白纸写黑字啦，就写得很清楚了。办理国外先进国家施政建设，这个有一点相关。另外，县府规划及国土开发机制的国外理会啦，恁这钱，计划处才八十万，是一个国土开发机制俩。你摸到边就用了。那另外来民政处，你们的公共造材基金56万，你们的说明栏怎么写的？就公共造材相关业务考察。好啊，那相关业务考察，这一次的业务考察有没有相关？有，就是那个。好，有，很好，请坐。你们的说明栏56万，要几个人去？当时是在编预算，是去年是概估。可能会到邻近的日本，几个人啊？当时是预估大概，我不问你国家几个人去了，35000，大概有16人，所以才会变56万。主计，正方，请查明。公共造厂56万的钱，是要给16人去哦，16个，一个人可以用35000块而已哦，总共56万哦。这个在你们的预算说明栏讲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去挪用？计划处长，为什么挪用这笔经费？挪用这笔经费是文不对题啊！每一个出国经费，他所编的相关的目的都是符合的。那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依照行政程序，你们现在34个人的嘞，我们会依照行政程序进行预算的变更的一个签办。请主席列入记录。你冇跟他讲好，拜托一下。好的，要求事项哈。好，要求事项说，这个款项是属于民政处公共造产的经费56万，他们的说明栏写得很清楚，很清楚是办理公共造产相关考察业务，总共有16个人，一个人是35000块，总共是56万块，竟然把这笔钱要用在基层。公务人员他们的国外理会，把它合并用到最高层的一个理会，非常的不合理。好，这个请列入记录。这个安尼个看起来，大家拢看到，宜兰县负债220几亿，竟然某一个人去国外考察。157680块，开钱花钱出国考察，手不会软，不顾县库财源亏空这么多，负债累累，而且呢，预算啊四处去挪用集资，统筹应用，掩人耳目，规避议会的监督。这样的状况非常的要不得。还有预算的应用，它的支出人数完全都不一样。啊，县长，请你回应一下，你看这样的制度好不好？啊，代位主席，感谢委员的指教。啊，咱如果若讲以财政的观点来看，啊，咱当然拢爱开源节流。啊，如果委员这种的逻辑，你若就是讲，咱公务机关出国考察，咱应该爱个适当来节制，吼、哦，这个部分方向啊，咱会来几笔每年多以后的这个预算啊，我们充分来做一个啊这个建议。啊，谢谢我嘛希望讲。咱整体啦吼，整体伫相关的经费的运用，我相信行政单位因为委员做过市长拢清楚。啊，你若讲伫即内底感觉啊，即种相关的经费的运资啊，有无合理的所在，我嘛希望讲咱相关的部门啊，伫未来即种流用的规定上面啊，应该更清楚的让议会了解。那另外提供给议员的资料，我觉得。那你还都要提个
业务单位安尼对话，我就感觉讲提供的资料它是不够清楚的啊、哦，所以按在三千五回了。那了解了哈，啊，知道问题，解决问题哈，安尼嘛给你肯定了，三毛大烟了哈。一百零五年四月十四号拜师，宜兰县政府发帖子给阮议员哈，宜兰国民运动中心新建工程动土典礼，这个动土典礼。实在讲啦，太无尊重议会啦。议长去到位啦，陈文昌议长去到位啦，真欢喜伫现场啦。但系要去你讲话吼，恁煞无甲邀请啦。安尼，啊，苏伊讲啊啦，讲哦，时间伤少，啊，所以讲无度甲邀请。啊，我坐伫馆长你后壁啦，我有听你拗一下啦。啊，等才只讲才一时个时间尔，啊，无好讲。安尼，啊，到尾啊，大家讲议员现场后，江议员啊、刘议员拢伫遐嘛，对无吼？讲啊，爱讲爱讲，啊，议长就去你啊，真欢喜，啊嘛去你地署啊啦，哦，啊，但是呢，地署有地署，迄种另外一回事啦。我嘛要考讲迄个咱的议长陈理长，你也免伤欢喜啦，安尼啊，你也是不得已才叫你去你的啦。你等伊甲看啦，看伊的邀请函啦，内底无写议长致辞啦，安尼啦。所以讲，无甲你叫吼，正常的啦，嘿啦。啊，咱加薄了去你讲啊，安尼嘛真欢喜。这就是啥？府会之间是毋是爱有协调，爱有互相尊重？为啥都看得出来啊嘛？对不对？尊无尊重议长，都无尊重咱议会的嘛，议会整体人嘛。哎呀，啊，所以讲啊，你事啊嘛无发生啊。而且，馆长你敢无伫现场诶？这个你诶。对不对吼？你有在现场诶，你有在现场诶，动土典礼邀请啥？恁有所有资产制啊？邀请科长、建筑师、厂商、代表会副主席、里长拢邀请。我想讲，今毋知人偌济啊咧？议员去到遐，煞无分啦，无通动土典礼啦。阮家议员孙汤议员、江议员、阁黄定和，阮四个，我是讲咱人真济咧。我越头后壁越头一看，无半个，阮四个做观众尔。啊，这是动土典礼是，宜兰县政府伫动土典礼，也是议会大家互相拍拼起来的动土典礼。安尼有尊重无？里长代表拢去你啊咧。连代表人也去你了，陈老伯，你以为派一个代表人，你也好去你了，去你动土咧？啊，你的想法怎么看呢？我某某议员讲，咱也起来，我讲咱冇去你啦，我甲算过啊啦，迄山挑十二支尔啦，伊即马叫十二个去头前啊啦，咱四个若去遐吼，无山挑啦，人伫动土典礼安尼一铲、二铲、三铲哦，我去头前哦。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啦，讲卖现实啊啦，请回答一下。啊，其实黄议员当天在现场都看到真尴尬的局面啦吼。啊，我感觉当当时到尾啊，连迄个游科长嘛去哩，我都感觉足疑问的吼。所以表示这新的啊，这是级主管啦吼，无到这个啊，这个训练啦吼，尤其。在这个安排顶头，一般来讲，咱这县政府的办呢，已经是拢不哩普遍，所以这个部分啊，阮内部当然当然有检讨过啦吼。当然，这个文处长已经甲我这个回派势，但是我希望讲秘书长后讲啊，内部这种啊，咱伫地方不管去到多一个乡镇，诶相关的仪式啊，要有一个标准才对。啊，这过去人这标准拢真统一啦吼。我感觉这个部分这是。一个例外啦，好，啊，拄一工拄咱拄着啦。好，谢谢，请坐。议员拢亲身出席的，甲你馆长肯定，甲你祝福。去动土典礼拢全代表人，本尊一个尔俩，代表人咱几百个、几千个拢会当做代表俩。你讲二级主管，副处长是一级主管啊，二级主管，这什么答？管理你都要讲一级主管嘛，副处长是一级主管啊，二级主管。
迄间是教育处副处副处长底下俩。委员应该安尼讲，咱拢真相信这个啊，这个主办的这个科长的啊，结果阮看到迄现场已经未赴啊，所以他对你讲，迄只有伫啊，这个天师的头前，我看会到讲啊，你敢有需要安尼？啊，后边我唔知伊安怎安排啦吼。一般这个部分我无去看较有，所以这个部分我感觉这无遐尼复杂啦吼。我也希望这个只是小事情，当然我以为这是感觉的问题啦吼。这我想这个部分我会切实来检讨。好，谢谢。105年9月19号教师节表扬活动，林县长六地要求教育处ID 104年9月25日提出具体的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就是把老师行政工作的枷锁把它解除。啊，他到今嘛，特别过教师节啊，啊，有处理无？在这边非常感谢黄议员对于我们教师行政工作的一个关心。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先跟您报告的部分。有没有处理就好了啦，我没时间的啦。我们当然有处理，这而且处理得很认真。怎么样处理啦？第一件事情就如同各位所熟知的。现在要不要兼行政工作？现在还有没有兼行政工作？如果有兼，县长你就跳票了。现在我们应该要把事情给讲清楚。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兼就好了？老师兼组长主任，这是法令上所规定的事情，而不是由其他人员可以取代的一件事。好，请坐。他既然是法令上规定的一件事情，主席，我们当然是依法行政嘛。文处长坐下，对不对？好不好？文处长讲得很好，这是法令上的规定，没有一个人能够去左右他。我很赞同文处长的讲法，为什么？他还发一纸公文，104年9月21号，也就是中央教育部的一个公文，它上面写着，教师有参与行政工作的义务，通令宜兰县所有的县，我们县政府所有的学校辖属的学校，很好。但是问题来了哦，我们林县长。他有讲哦，讲什么？讲说，假如这个行政工作有抵触教育部，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有没有讲这个？代表主席，我想问委员误解啊，当当时我要解除行政枷锁，就是教育部的访视，那个访视我们已经拒绝了，你讲的这个。老师兼行政的部分就变成另外一个代志，那要减课。减课我们最近也有一个方案出来，我最近才批的。所以你讲的是两件事情。减除老师就是说到现场电话议员太太在做老师上清楚。因上麻烦的就是很多时间要留在备课。我知道了。但是访视的时间啊。现在行政枷锁这个东西还没有存在，还是一样。没有没有，应该是说要给他解除。对，就是解除他不必要的，就是跟授课无关的那些行政的那种形式化的东西，我们解除。谢谢了哈、那希望你一肩挑起来哈，敢讲敢做啊，敢敢完成，安尼哈。啊，这就是咱你伫选举讲嘛，宜兰头有教师的责任就是伫遮嘛哈。啊，做一成，不是我给你肯定尔啦，所有的老师拢给你肯定啦。然后。吴副县长哈，主要目的嘛是要来辅佐馆长，哈，这是天经地义的。我嘛真钦佩你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啦。但是，我最近发现到，宜兰校舍铁路平交道、自强新路就是单行道的交通安全措施，你伫104年12月2日邀集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勘，啊嘛经过县府的道安汇报。来决议通过要试办，那道安汇报是不是副县长你主持的？是哈，好，那你主持了这个之后，为什么？那当阵是公社有派人来无？嘛一定有诶嘛，好哦，点头就表示有了哈。但是第105年3月1号，宜兰市公社把它封闭道路，叫道安汇报安尼来做，
两工尔，三月七三拆除封闭设施。那本席就很纳闷了，道安汇报是宜兰县的一个道安最高的机构，由副县长主持。那为什么主持之后的结论，市公所可以给你推翻呢？这到底是决策朝令夕改？你有跟我讲，讲这个不免，他跳掉的。决策朝令夕改，还是政策反复，还是各另外一个因素？行政不服从，就是讲我宜兰市公所，跟你管政府道安汇报说过的，我行政不服从。你副馆长，我嘛无甲你看在眼内，啊，情何以堪？请副县长说明一下。议长，请副县长说明。啊，谢谢黄议员的指教。这件事情啊，很抱歉哈、哦，我原来以为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怕那个平交道危险，那个地方不要左转哦。那么结果我们建设处提出来的一个案子啊，那么我没有很深入再去了解，那么就把它通过。后来发现他把他这个整个那个筑墙路嘛哈，把它封掉，那么没有整个的配套的一个措施没有做好，因此呢，地方才提出不是公所的，其实是包括整个地方的一些出入的这个人民呢提出一个意见。那么因此呢，我在会后啊，我马上召开会议哈，并不是说公所不遵守命令，我想他不至于这样。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要求公所协调这一个左转的嘛，还是希望他能够禁止，这个是安全的问题。那希望提出一个配套的做法。好，谢谢黄议员。每一件事情的考量要很深思熟虑，安内再来做决策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跟误解了哈，我在这边特别要提醒我们吴副县长，我真尊重你，哦，你甲馆长、甲馆长帮忙，甲真好，这国家嘛拢真甲你肯定了哈。啊，但是假如像这样子一个决策，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反复、重蹈覆辙的话，会不好了哈。那秘书长，你特别馆长国甲你叫你来遮，哦，你退休啊嘛哈，啊，怎么过来叫你来遮服务哈？当然你嘛爱做一寡代志啦。童万杰有三项问题，你也特别注意啦，你也去做这个代志啦。第一，滑水道，人安尼滑下来，颈部受伤，甲文化局小过，头一审被写书，第二审也判赔，要县政府判赔96万，都有事实存在，又有保险，为什么宜兰县政府一再的去刁难？好，人安尼吼，这三年来吼，非常受害者非常的痛苦，今天来去解决。第二个问题，104年，外包厂商入去内底做工课，结果内底人工人孔到内底气爆，手去炸断去。宜兰县政府不闻不问。拢无去共慰问一下，还是讲有需要后续行动，免来去来甲斗协助的。研究起来啥问题？公里处管理的，因有保险，365天，好。即马着文化局办童万杰，着开园那段期间是文化局去保险的，我按两个再去重叠。那另外更严重的，只保游客，啊，其他的人要进去园区没有保险，那我去看呢，保险方法，差的钱无差介济啦，差几十万尔。你就开园期间，只要进入园区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去办保险才对呀、啊，都要投保才对呀、啊。小事情没有考虑到，一发生到大事情。我还讲严重啊！第三个，园区内底有340伏特，咱普通地用是100伏特尔吼，100伏特电到手麻麻，无要紧吼。路顶诶220伏特电落去，人会拗住咧。同源节内底电偌济，你知无？340
辅导的，那叫危险的呢。恁电位也给扭出来，电管也放伫倒，放伫蓄水池的边啊，浸伫水内底。啊，万一啦，那破去呢？那电着是规排规个蓄水池的人哦。今年我特别我在这边提这三件事情，就是请赖秘书长好好的协助我们林聪贤县长。今年这几项要特别去注意，不要重蹈覆辙。发生事情的话，带来遗憾。三星国中有一台车，二十年以上啊，那台车登记在基金会的名下。上一次我们秘书室十五年的车，现在都换了。到底县长有没有下令，所属的宜兰县政府的车子有没有盘点？不是，代志不一项。去解决一项，第二项搁补出来，再搁来补出来，知道一件事。好，多谢哈、好，咱再去会议时间就到这结束哈。多谢大家，大家辛苦啊，散会。